谢谢各位，今天人来的不少啊。对，我很欣慰啊。哦，还是老词儿，老词儿说法不一样。哦，心情跟往常是有区别的，不一样了啊。楼上楼下，嗯，都满了。哎，你要说德云社的小剧场，这个不新鲜，那不算什么。人民大会堂，对，这是第三次，不少次了啊。每次来大伙儿都挺喜欢的，都捧，演员也卖力气，对，都卯足了劲儿好好的演。是，大伙儿为什么这么支持我们呢？嗯，是有道理的。哦，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嗯，请爱护地球。嗯，地球上只有一个郭德纲，所以请爱护郭德纲。呵呵，是这么个理儿。来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嗯，今天这个场合我特别的高兴。哦，都高兴。我们哥俩合作第十个年头，今年是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边，十年不叫什么，哎，一眨眼就过去。可对两个演员来说，嗯，十年太重要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回头一看，走过来很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嗯，谦儿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我们在一起，人呐不容易。嗯，时也命也运也都得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无功百足，行不及蛇，灵机有意，飞不如鸦。嗯，马有千里之程，无人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哦，文章盖世，孔子困于陈蔡，武略超群，太公垂钓渭水，道之年幼，不是善良之辈，颜回命短，实非凶恶之徒。嗯，尧舜至圣，反生不肖之子，古所完呆，却生大圣之儿。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为献礼，晏子身无五尺，能做齐国首相，孔明卧居草庐，做了蜀汉军师。嗯，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封了汉朝大将，冯唐有安邦之志，到老半官无封，楚王虽雄，难免乌江自刎，汉王虽弱，却有万里江山，满腹经纶，白发不地，才疏学浅，少年登科。嗯，有先贫而后富，有先富而后贫，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止，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改人生在世，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欺，此乃天理循环，终而复始者也。好，非常的有哲理啊。这是打书上看来的。哎嗨，谁都是打书上看的。嗯，老话说得好。嗯，大喜大悲，嗯，看自己。哦，大起大落，看朋友。哦，看朋友。我很荣幸啊，我有个好朋友。您客气了。于谦，不敢当。人都说于谦是好人。嗯，往大处说，忠臣良将，就这么好。可惜死了。死了。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啊，啊，这个人确实是很不幸的一个忠臣。你先等会儿吧。我们在，不是，你就别说了。嗯，这不是我呀，这是明朝的那宰相于谦呢。死了啊？对呀。不是你？不是我。你多得死啊？干嘛您盼着我死啊？是怎么着？我盼着你别死。那您就别说这话呀。我希望你好好活着。谢谢您吧。哥俩还没好够。那倒是。想起来认识那会儿应该是98年。对，我是95年到的北京。嗯，认识您那会儿我是刚刚大三。哦，您还上大学大三。来北京大兴3年。哎，这嗨，那叫大三吗？那个你我这么说超劲儿。哎，对，听不懂。那就1998年经人介绍啊认识了于谦。对了，跟我介绍这咱们北京的著名相声演员。嗯，那可不敢，一见面我就惊着了。哦，那会儿看着比现在可精神多了。那时候年轻啊。呵，小脸蛋儿，嗯，挺古筝。哎，年轻，穿着干干净净的，尤其头发烫得特别好看。我这烫发有年头了，还是
熟悉您的观众都知道，嗯，于老师三大爱好，我是抽烟、喝酒、烫头。哎，我这爱好还真能延续，你知道吗？那会儿比现在头发还要茂密。对呀，头发烫得好，真好啊，都是卷儿，哦，吹得特别有型。嘿，吹好了，一看怎么跟风筝似的？我这要飞呀，是怎么着？一扭头，日就起来了。啊，真飞起来了。我挺高兴哦，认识您特别的高兴。嘿，希望我们做一个朋友吧。可以呀。头一次吃饭我记得是吃火锅。哦，你可能都忘了。我还真不记得了。哎呦，一吃饭我就乐了。是吗？于老师太好了。哦，四脖子汗流啊，火锅热，头发也塌下来了啊，一脸的芝麻酱。嚯，牙上沾着香菜，哎呀，手里攥着糖蒜。嚯，我刚一夹肉片儿，嗯，他都急了啊。嚯，我还护食呢，是怎么着？我狗啊，典型的主流相声演员。哎呀，这还，嗯，哦，啊，他们都这么吃饭。自从看了于老师吃饭啊，打那儿起，我对所有丑的东西都有了免疫力。好嘛，就什么都不怕了，是吗？那天好像我们没怎么说话，没聊天。我跟同桌其他的朋友也没怎么说话，哦，全没聊啊。因为您吧唧嘴的声音太大了。哎，好嘛，谁都先吵得慌，是吗？好容易吃完了饭啊，我说买单，给钱。我这掏钱结账，嗯，桌子上还有半瓶啤酒。哦，于老师抄起来，就这一憋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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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能浪费，真好。那是，我说再见。我说呢，他也高兴。嗯，哎呀，酒嗝都上来了，什么起子相声这是？他那起没敢跟他联系，那倒是怕熏着。嗯，这人太没样了。嗯，一晃到了2000年，哦，过两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又相遇了。嗯。我一看于老师比我混得好。是啊，我正落魄呢。嗯，人家很精神。我还那么精神，穿的戴的，嗯，大手表，嘿，大金链子，那时候就戴这个，很羡慕。好家伙，嗯，多有钱呢。您混得不错呀。嗨，他挺客气。嗯，啊，没有没有，凑一般。嗯，有套住房，哦，有辆小车，那就不易，家里边电器也都全。哦啊，什么电视、冰箱都有。好，但很遗憾啊，嗯，冰箱里没东西。哎，那你先买点东西多好啊！你这，我说那怕什么的呢？不行，你把电视搁冰箱里，不就都有了吗？没听说过，有那么用的吗？这个，谦儿哥呀，我什么时候熬成你这样就行了？还羡慕我呢？人家这一边说话一边捻这大金链子啊，手不闲着。哎，不叫事儿，不叫事儿。嗯嗯，会好起来的。好，天气很热。嗯。谦儿哥这掏出一大沓子钱来，哎呦，买了根冰棍儿。你先等会儿，你别说，买根冰棍儿用一大沓子钱吗？一毛一毛的。哎，我出门竟带零钱呢。来根冰棍儿啊，举着问我啊，你不吃吧？哎，这叫什么话？这叫，我说我不吃，没法吃。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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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馅儿吃完把棍儿扔了啊。还是热，还热，咱俩游泳去吧。哦，我一想，反正没事，游泳去吧，凉快凉快，交个朋友呗啊。嗯嗯，我们到游泳池啊，一下水啊啊，我就惊着了。怎么呢？于老师这金链子飘上来了。对，金链子飘上来了。不是，这金的能飘上来吗？塑料的。哎呀，我说这瞎话干嘛呀？我们俩挺高兴。还高兴呢？你想啊，嗯，他也没有什么可背着我的事儿了。哎，都交代了，我就知道混的也不是特别好。哎，可不是嘛。打那会儿开始，我们决定一起搭伙说相声。哎，共同干点事儿，天天盼着有事儿干，天天盼着有演出，天天盼着能红起来，先挣点钱。老话说得好，嗯，没有机遇，才华等于狗屎。有这么句话。不久，啊，狗屎来了。对，狗啊，这这，机遇来了。你说清楚了吧？你还记得那个机遇吗？不记得了。就是那年，闹相声大赛那年。嚯，闹相声大赛那年，
当日本人那么说的，您这是。我挺高兴啊，如果能够参加大赛并且得了奖，我们两个就熬出来了。那倒是，那会儿我已经穷得都不行了，没钱呀、啊。穷则变，变则通、嗯、通则不穷、哦、不穷则参赛，参赛则穷、嗯啊、穷则变，变则通、哎、通则不穷，不穷则参赛，参赛则穷。那就别参赛了，那就参赛则穷，还参什么赛呀、啊、10年前的郭德纲于谦拿参赛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那真是档子事儿啊！几经辗转，费尽周折，花了点钱，我们终于成功的参赛了。这才参赛。比赛的当天，迎面走来一位相声界的权威人物，相声大师。在我心中，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我万没想到，哦，相声大师竟然跟我还请教了三个问题。怎么说的呢？你谁？嗯，你干嘛来的？哦，你端走。哎呵。这是请教仨问题吗？这个，哎，心太宽了，您这。比赛终于开始了。哦，我心里很高兴。赶紧吧。但突然间，啊，我诧异了起来。怎么呢？艺术怎么分高与低呀、啊？不能比吗？它和体育是有区别的。不一样。举重，我举100斤。嗯。你也举100斤。哦。我们是一样的。平了。我举了120斤，嗯，我就是比你强，你就胜利了，对不对？跑步也是，嗯，你跑了40秒，嗯，我跑了3天，啊，我，那么肯定我赢不了。哎，废话，就别赛去了，那就。相声怎么分高与低呀、啊？啊，你说一个卖布头，我说一个报菜名，嗯，这两者之间何分高下呀？真没法说，没法比，嗯，又何况当时的评委，我看了看。好像也不是特别会说相声，我评委也不懂啊，我心里就觉着有点没底。哦，比赛间歇的时候，嗯，我听了旁边那个屋评委休息室打起来了，评委跟评委真刀真枪，嚯，对着开卷骂上，站门口一听跟到了通县狗市似的，嚯，太乱了这里头。我说我劝劝吧。啊！一开门弄我一身血，哎呦，都见血了。我说咱们还是走吧。哎，别见一身血。哎，我跟于老师从那儿就出来了。嗯，其实心里挺难过。是，古来多少不平事，常使英雄泪满襟。走着走着一抬头，嗯，天上过了一颗流星。哦，哎，我们俩都指流星。对，上面指着流星。嗯，底下掉沟里边了。哎。都没来得及许愿，你这玩意儿、嗯嗯，打沟里上来，嗯，一身的土啊，是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很沮丧，掉沟里了。路边有一个大排档，嗯，我们俩坐在这儿，还有心正吃呢，要了2瓶啤酒，嗯，花生毛豆，也就这个，他也不说话，喝闷酒，哎，我说师哥您别这样，嗯。是秃子总会发光的，有这么说的。嗯，不是秃子总会掉光的。嗯，所以你早晚会发光的。哎呀，对，我非掉光了才能发光呢，是吗？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全都伤心。谦儿哥端起杯来一饮而尽，劝我一句话，终生难忘。我说的是，哎，这好。我少喝点不行吗？我都这样了还打嗝呢。我过了一段时间，好嘛，来了一个好消息啊！我属于是民间闲散艺人。哦，于老师是专业团体的专业相声演员。我有个团，他那个团找我来帮忙演出。太棒了。嗯，终于有事儿干了啊！跟着他们的团辗转北京郊区。郊区，他们团没进过六环以里，全在外边转悠。那会儿我们俩有一个评价，嗯，我们是郊县天王。哎，嗨，都郊县了，就甭天王了。团长真好哦，郭德纲好好的干，嗯，你会成功的啊，在我们这儿认头干，到时候你能买车。嚯，人家没骗我，真的。我在他们团一个月能挣到1300多块钱，那1300多块钱买什么车呀？买象棋4个车，哎，就挣一副象棋呀、啊。后来团领导又跟我说：“好好干、
我们会把你的户口关系档案都办到我们团来。那也可以。我努力工作了两年。哦，人家真不食言啊。是吗？终于把另外一个演员办进来了。没您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张旗鼓，高调张扬。嚯！我印象很深，当时的北京各大报纸都登了这么一条消息，说他们团对外说，嗯，说从此以后我们团的春天就来了，春天了。打那儿起，我们也就再没有联系。那还联系什么呢？顺便说一句，新调来的那位老师，嗯，给他们演了不到十场，哦，就不再参加工作了。呵，他们团的春天真短。嗯，刚立春就冬至了。哎。跟今年差不了多少，嗯，唉，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嗯，我有一种被人骗了的感觉。那就是被人骗了。在他们团的演出没有超过100块钱的酬金，哦，都有零有整的，还有零头，72块5，62块4，我都纳了闷了，这上哪门子税了都？100块钱以内还上税？唉，那天我就暗暗的发誓，嗯，谁让我过愚人节，我就让谁过清明节。好嘛。但是我自己挺难受，嗯，我都不想活了。哦，我拿剃须刀要割腕自杀。剃须刀割腕，10分钟我都没死。怎么回事啊？电动剃须刀。对，废话，挡着一层的，您没看见吗？那个，在这个情况下，啊，谦儿哥说了一句话，嗯，哎，行了，我这酒瓶不离手，是我老喝着喝着。我一想啊，嗯，说别的都没用啊，咱俩人好好的干吧。真的这样，走的江湖路，花的朋友钱，嗯，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真是一路走过来。到2005年，嗯，北京德云社终于熬出来了，出名了。我跟谦儿哥也算是看见点光明，那就日子好过得多了。哎，但是从此以后好像跟同行们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好。打那儿起是这样，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嗯，他们真狠。嗯，主流相声界并不是因为失败了而烦恼，那是因为失败后找不到借口而烦恼。哎，对，失败惯了。嗯，灭高人有罪。哦，我服高人，你真比我强，在台上，在业务上，在专业上打败了我。嗯，郭德纲认赌服输。那当然，但是很遗憾，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嗯，哦，跟狮子打架最次也得是藏獒。是，很遗憾。嗯，他们是京巴和博美的串儿。哎呀，小而不纯。嗯，而且还是杂毛。这好嘛。哎，花还不好看这玩意儿。哎，嗯，这么多年来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嗯，有这么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您说一说。第一件事就是从2005年开始，嗯，相声同行们每天都听郭德纲的节目。哦，从中找出一些个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来。这干嘛呀？抄送有关部门。哎呦，一趟一趟的。嗯，我都心疼啊。心疼他们？我心疼他那双鞋。哎，对，这有什么用啊？这你们拿主管部门当什么了啊？就没有人通知你们文革结束了吗？哎嚯，就别整人了。第二件事是2006年，嗯，北京相声界部分同仁，嗯，发起了一个静坐的安排。还静坐呢？他们曾经打算去静坐。哦，很遗憾没有成型。是啊，如果成了话，我得省多的心呢。哎，对，要成型了咱早就红了。感谢北京相声界一位姓刘的老师。嚯，刘先生及时的制止了他们这种焊雷管锯灯泡的工作。哎，这太危险了。嗯，还有一件事就是众所周知的反三俗。哦，这大伙儿都知道反三俗没有错。嗯，低俗、庸俗、媚俗应该反，关键是一帮很三俗的人来反三俗就可笑了。哎呀，那就何谈反三俗呢？人与人之间要想诋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从道德方面进攻。嗯，就这块下手。反三俗大会上我很感慨。嗯，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样子，
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说的是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给我讲黑社会的故事。哎嗨，没有生活。嗯哎，这么多年走过来，嗯，好多老话说的太对了，说的是愤怒出诗人，孤独出哲人，哦，热闹出达人，嫉妒出浑人，出这么四种人。什么叫四种人呢？啊，前三种还都可以接受，哦，最后这种让我们觉得好像心态不是特别的好啊。那肯定不好。哎，这么多年来相声界教会了我很多，其实北京同行有可爱的地方，哦，也有不错的，终归是天子脚下啊，吃过见过，呵，见过高人，嗯，巴结几个领导，蒙骗几个企业家，顺手干个买卖，嗯，活得还算不错。这什么不错法儿？这是天津同行，可能有的地方我们不敢苟同。哦，不同意见。天津相声界最少有十位，我觉着啊，嗯，我很尊敬的前辈。哦，十位，台上台下人品都非常好。那好，除了这十位之外，有些人值得商榷。不好吗？他们活得太单纯。哦，在他们心中，最好吃的就是早点。嗯，世界的尽头在阳春。哎，嚯！没出过天津市，这几位，他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啊。第一是温饱问题，第二是廉耻问题。哎，对了，不要脸还饿着，这玩意儿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嗯，岂可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嚯，风里雨里这么多年走过来，感谢于谦老师。哎，别，您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您别客气，老话说得好，嗯，要想成功，需要的是朋友。对，要想巨大的成功，需要的是敌人。真是。感谢中国相声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哎呀，发自肺腑。自从有了北京德云社，嗯，主流相声界有了婴儿般的睡眠。这是什么意思？睡着睡着就哭醒了。哎，嚯，这几个人真惨。嗯，感谢谁呢？嗯，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倒是，您各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嗯，没有您支持的，我们走不到今天。哎，学徒郭德纲，嗯，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谢谢。不是我偏激，嗯，我说的是真事儿，实话。不是我记仇，嗯，有的人要为错误买单。哦，十载风雨，回头看过来，感谢那段岁月。嗯，想当初是真没辙呀，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嗯，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穷人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嗯，富人在深山老林抡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的宾朋。真是大将军手中枪，翻江倒海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哦，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嗯，又何况一个说相声的呢？真是。好在一切都过来了，嗯，现在就算不错吧，还可以能活下来了。对，德云社的孩子们也挺好，嗯，观众们也支持我们，是两家的孩子也都在继承这门功课。嘿，我的儿子郭麒麟是于老师的徒弟，哎，他的儿子郭小宝是我的徒弟。对，这不你别拦着我，你废话，我是得拦着你，全姓郭呀，合着。哎，你就看咱这心胸，什么心胸啊？做好事不留名。哎，这还。您把姓儿留下也不成，知道吗？就行行，小宝吧，得姓于啊，您啊，郭小鱼。哎，这好，把鱼搁后头，把鱼搁锅里边吧，搁哪儿都行，得是姓儿。我很希望我们永远这样走下去。是，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个人。嗯，开心就笑，哎，不开心待会儿再笑。哦，全得笑。高高兴兴比什么不强？嗯，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哎，今年我们三四十岁，嗯，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岁，咱们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嗯，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真好啊！到那会儿咱们都老了，嗯，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就。嚯，您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了，白头发烫上卷儿，还烫呢，跟喜羊羊似的。好嘛，我还真潮流这玩意儿。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嗯，那心情得多好啊，激动啊！此情此景，于老师得说点什么呀？我得说呀，您得说，我学生郭德纲。
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们致敬，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您那边，我这边。看见大伙儿，我就这么痛快。嗯，我打心里我就美得慌。高兴。我就好些个话我得跟你们说呀。哦。见着亲人了，嗯，我一句都不藏着。您都说出来。我就翻出来，我都叨叨出来，知道吗？啊，说吧，那就我打胃口里边，我热热乎乎的，我哎，啊，您这个心情是不错的，但是有点恶心。我这高兴啊，高兴说高兴的事儿。看见家乡父老，我是真高兴啊。好啊，有人对我们了解，有人不认识我们。嗯，这个人我觉得应该着重介绍一下。啊，您太客气了，于谦，我。哎，好，真的吗？这不是我捧你啊，谢谢你，谢谢，真好。嗯，你说人家台上啊，说学逗唱，就这四门，哎，说还凑合吧，是吧？说还凑合，说还凑合。嗯，台下呀，就人家这个人性啊，主要是人性。哎，不客，不是我捧的，真的。你还捧我呢？嗯，我招你惹你了，都脆上了这儿。有一虫子，进了一虫子，嗯。什么月份有虫子呀？这不，我这个心意你是能明白的吧？我这大概明白了。好，真的吗？相声说得好。没有。有老师吗？有。谁？我们先生石富宽。你们先生石富宽？对。你是他太太？这怎么拎的？这是。我看我媳妇介绍我就这样。啊。我先生郭德纲。不，你跟他老两口子没嗨。跟你们这不一样啊！我们那先生就是师傅，老师傅哦。哎，好好说，得相声是门艺术，哎啊，那当然，抨击丑恶，藿香正气，哎，还有药材是怎么的？那就还藿香正气？怎么说？弘扬正气，弘扬正气，对，好好说，哎，相声说好了也能够荣华富贵，是这样的，也能够养家糊口，对。人人都是如此啊！把您的工作干好了，嗯，错不了。当然，拿我来说吧，嗯，我今天来，我关键是我想给大伙儿花点钱。怎么着？有一位算一位啊！您有一位算一位，给大伙儿花点钱，今天不能白来哦。我待会儿拿出钱来，我给大伙儿分一下。要送钱，这哎呦呵，您这太大方了。但是有条件啊，啊啊，因为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是不是？都是挣的。我有要求。什么什么要求？您要是愿意笑啊，我就给钱。那听相声都乐，也是分多少种，还有档次。哎，你要说扑哧一乐，哎，小呲牙，我给五十，这就五十块钱。对。哦，哈哈哈，乐出声来了。啊，给100，涨价了。看见后槽牙了啊？嗯，给200，啊，就大笑了。看见扁条线了，给300。有一位算一位啊。哦，有一位算一位，不管坐哪儿都算上啊，都算上。你也行，你我们后台的也都可以，主持人、电工都行。有一位算一位，我们都可以乐呀。我这点钱花不出去，我难受，你知道吗？你也行，我们都可以乐，是吧？你一样啊。啊，好好好。你会乐吗？我当然会啊。你乐一个，我也给钱。我乐也行。来，我来的。来，小姐，行吗？来来，越乐的越大，给的越多，是吧？乐的越厉害，给钱越多。好，来。这怎么样？5000。给那么多，都看见晚饭了。嚯，好嘛，好。哎呀，太好了！你倒没看见这台板是什么色的，是吧？嗯，不是透的。这好，这么些钱，我给找一花钱的道吧。我都快急死了，知道吗？您就那么有钱吗？太有钱了，我啊！当然了，咱实话实说啊。哦，也不是一落生就有钱的。那当然。天下哪有一落生就是有钱的人呢？没有这个事，他是通过拼搏奋斗。对，我当初也不行，是吗？吃了上顿没下顿，也穷啊，穿得挺破，哦，口袋里没钱，嗯，住的房子千疮百孔，哎呦，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怎么了？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哦，有时候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的背雨去。啊，
这都没听说过。到这地步了是吧、嗯、我很着急啊。哦，人家都有钱，我怎么就没钱呢？嗨，您得创业。我一定要创业。对，我怎么能有钱啊？我劫道去吧。劫道去？我买了把刀，找一旮旯、哦、嗯，我那儿等着忍着，来大姐蹭我就蹦出来了。劫道，劫道，嗯，把钱给我。是，大姐哭了。干嘛？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5块。您这不够挑费了，怎么干？这是劫半年，连房都卖了。是，不能这么干呢，花费太大了、嗯、啊！我一走的好些个大商场门口，啊、嗯，天津。你说吉利呀，你说什么这些个、嗯、包括住的那金黄大酒店、嗯、我一走了金黄那儿我就掉眼泪。干嘛哭啊？这大买卖多的是我的。您就想瞎了这好眼吧。啊，我存钱、嗯、我买它，买金黄。我存了3月一扫听怎么样？我连那门都买不下来。对，人是大买卖呀。你说这个玩意儿他可说不准。怎么？人没有穷一辈子的。哦，瓦片也有翻身日，东风也有转南时。我这么说您转运了？你光看郭德纲不行。哦，行一把给你瞧瞧。您怎么行的呢？那天走到北京啊，北京长安街上。哦，我正跟那儿遛弯呢。哦，溜达呢。打那儿过一辆车，是屎车。哟，我提鼻子一闻，呵，怎么了？我这个香啊，勾起我的食欲来了。哎。您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您这想钱想糊涂了吧？这是怎么了？屎车会香？屎车呀、啊？怎么屎车？大使馆的车呀、啊！您倒说清楚了。啪，摔下一箱子来。哦，打开一瞧，我眼泪都下来了。怎么了？都是钱呐、啊！哦，全是啊，欧元、美金，嗯，一沓一沓的。呵，还有一饭盒。哦，打开一看，什么？都是钻石啊！这谁钻石搁饭盒里呢？半斤一块的，那搁不了几块啊，可了不得了。嗯，我有这么些个钻石。哦，我能拉多少玻璃啊？哎、呵，呵，您老惦记做这小买卖，我了不起了啊！嗯嗯嗯，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这一下，我就是有身份的人了。对啊，是你，哎，你先等一会儿，我就不信。你先撂下吧，这啊。有身份的人不这样，你管着吗？ 啊， 啊，我就是有钱的人了、啊、朋友们，我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对，我看你们谁敢看不起。你先下去。哪儿那么些零碎这说着说着话，在家上炕上惯了啊，跟这儿没别甭。我这回我有钱了、啊、我要报复贫穷的时候。你这怎么报复？我玩命的花钱呢。哦，就是造钱。我造啊，我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怎么花的？我玩命的花呀。嗯，我在吃上我要报复。哦，就是吃。什么贵我吃什么。什么呀？什么好我吃什么。点什么？削面。削面？拉面啊、嗯、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哎呵，哎呀啊，牛肉拉面吃，刀削面、嗯、包蒜就蒜吃。哎呀呵，拿馅饼啊，韭菜盒子，嗯，买枣馒头啊，枣馒头，我光抠那枣吃。哎呀，哎呀，他太糟践粮食了。嗯，我买糖三角。干嘛？热糖三角。好，我插一吸管嘬糖。哎呀，怎么想出来的这主意？我有钱，我得造啊！我就这么造啊！我买那个碗的那种方便面。哦，我买俩，我泡上的。是。我买根肠子撅在里头。哼，我烤一大腰子吃。一个大腰子，哎，大腰子吃 啊， 啊！我烤馒头片，嚯、哦、呵！我穿带领儿的褂子，哎，以前的褂子都不带领儿是吧？买一斤西瓜，啊，论斤买西瓜，买酱豆腐，呵，买矿泉水喝，哦，喝矿泉水了，我倒要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啊！噗，怎么样？兑水了，废话。本身就是水呀、啊！想钻我？嗯，我是见过世面的人。哎呀嗨，我有钱我，嗯、我了不起了我，啊、嗯，我存自行车，我不划价了我。存自行车还划价啊你？我上公共汽车，我也投那个真币。哼，好嘛，以前都穷疯了都，知道吗？我了不起呀、啊！嗯，我干买卖。
啊，做生意是正道。不管是北京还是天津的这些大商店，楼了都，都是我的。哎呀，哎呀，行了。有钱们先把身体养好了，都是我的。好好好，京津唐高速公路，嚯，我的高速公路您买下来了。京沈，您我的。哎呀，京冀，嗯，我的。呵，京沪，嗯，我的。哎呀，啊，甭说这个，嗯，连那个什么京九铁路，您的铁道部的。废话，铁路呢？我说您卖给我吧，卖给我吧。部长直流眼泪儿，干嘛出去？哎，流着眼泪说这话，不卖给我活该。嗯，我自个儿买车一样啊，买车也是汽车呀，你管着吗？嗯，我买40辆好车，什么车？奥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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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奥拓，行了行了，奥拓，行行行，还没数够呢，甭数了，再数也是奥拓呀。我买40辆奥拓，买这么些这车干嘛呀？我都排好了，排一溜啊！我拿铁丝吊上，开起来跟火车一样。哎呀哎呀！你较这个劲干嘛呢？这我就是跟铁道部怄气，这犯不上。哼，嗯，我开车开腻了，我打车。哦，打车。哎，我打车。嗯，我打这个，我打6辆。打6辆。我一人出去，把马路站满了，横着走。六辆车横着，啊，门子都卸了，干嘛？拿铁丝都吊好了。哦，我躺在后头啊。哎呀，你要掉下去怎么办呢？我就要报复，知道吗？报复。这个车坐腻了，我弄辆洋车。洋车。有一个电影叫《骆驼祥子》，见过吧？啊，那祥子拉的那个。啊，那洋车。照那样给我来一辆，自己坐。黄金打造，纯金的，上面镶着钻石。哎呦，啊，花多少钱？我来这个，啊，我这上面有。脚铃你懂吗？脚铃我知道啊，一边一个那个。对对对，脚踩着的。对对，一般的车几个？就俩。我这仨，仨脚铃。嘿，一脚踩一个，手里那拐棍杵一个。哎，这趟回来我比拉车的还累。哎，对，净杵那铃铛了没事？啊，我找一个跑得快的人拉着我。我找谁？有一个叫刘翔的。哼，世界冠军。你不是跑得快吗？对呀。拉着我走，咱上宜兴府溜一圈去。哦，要掉下来你可追不上他。我带着枪呢，干嘛用？我打瘸了他，回来我拉着他回来。哎呀哈，这不是折腾吗？您不要羡慕我们有钱人，没有这事儿，知道吗？没有，我吃喝玩乐呀。嗯，我就是为了造钱，就是花钱。朋友说了，你这个能花多少钱？都说的是你出去散散心啊，周游世界，哎，旅游一下。咱一听，对呀，对，我。全世界这么些国家我都没去过呢，对，我得看看呢，啊，对吗？北辰、东丽，是吧？霸县，你先分析，啊，差古奖，汉沽，行了，卢台，啊，行了，别说了，我都没去呢，知道吗？是你这地方您都没去呢，你管着吗？您往外走一走，我上卢台国看一看，啊，哪儿有国呀？哼，我去玩一玩去。啊，后来朋友们说了，这个还是近，就是还是近，你往那个半球看看吧。啊，是吧？我一想。那就是保定了啊！嗯，活这么大我才知道保定赶上在那半球呢。嗯，上有天堂，下有保定啊！谁说的？这都是好地儿啊！有一歌夸保定吗？怎么说的？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啊！行了行了行了，您说那是杭州啊？啊，杭州，这是一个地儿吗？不是一个地儿。好，分开了啊？什么分开了？我走啊！啊，我包长途汽车，哦，我奔保定。哦，看一看保定大好河山，去吧。啊，听说保定要跟咱们建交了啊！等会儿吧，你先生别说啊，那就是中国是吧？建交啊！我看一看，啊，保定满大街那都是珍馐美味、上等的食品。有什么好吃的？驴肉火烧，火烧驴肉，嗯，酱驴肉，嗯，素火烧，哎，那就没加上，不是就完了吗？这个我吃啊，这有什么单说的呀？我乐意搁香菜，我就搁香菜。嗯。我乐意放辣子就放辣子，你管得着我？没人可管这。你打我？嗨，我打你干嘛？你动我一下，你加一香菜我就打你。哼，管得太宽了。你不敢跟我们这有钱人来劲儿，知道吗？是是。我一手一个驴肉火烧，嗯，我玩的命的吃啊，我啊。好好好。晚上我下榻在保定国际驴火酒店。驴火酒店。老板原来是卖驴肉火烧的。哎，您也离不开这个。我都包下来了。
嗯，这就这摩天大厦啊，楼上楼下加地下室这三层楼，对，都包下来。不是，三层楼还摩天大厦呢，干着够高的了。什么高啊？都包下来了，全是你的，全是我的。哦，把门都打开了。呵，晚上我提着闹表进屋，干嘛呀？搁在床头上啊，铺好了被，捂好了褥子，嗯，躺进去，三分钟，噔，表响，嗯，拿起来一瞧，到点了。卷着被窝走二号房间。哦，嘿，哦，睡三分钟就换间房。这一宿才睡了四十多间房。嚯，我太有钱了。有钱好。有钱是有钱哈。嗯，这个觉少了点。嗯、哎，净串屋子了吗？早晨起来，往餐厅一坐。嗯，这些服务员都站好了，就我一个人。你包下来了。大桌子摆好了啊。嗯嗯。拿展布掖在这儿。餐巾。哦，行，也行，也行。什么叫也行啊？刀叉，嗯，什么鱼子酱、西餐、红葡萄酒、嚯，面包、啊、奶酪、好糖蒜，哎，啊，糖蒜、驴肉、火肉都有。嗨、哎，我知道您准离不开这。吃，吃饱了，嗯，擦嘴，好，站起身往外走。嗯，服务员都客气，都鞠躬。哦，先生慢走。哦，先生您好。哎，先生干什么去？你管着吗你？哎，这嗨，哪那么些废话呀？你有功夫学普通话不好吗？你就是你，你也甭说人家。哎，我好好看一看。走走，走到保定大街上，我神清气爽啊，高兴了。有钱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啊，我痛快呀、嗯，我美死我了都快。嗯，是啊。有打对过来一人，谁呀、啊？七十岁的年纪，老头，比我高半头。嗯，圆脸，嗯，脸长得跟包子似的，知道吗？衣衫褴褛，鬓发蓬松，哟，看着是受了罪的人，走到跟前，咕噔就跪下了，哟，吓我一跳，哎。别逗我 啊！你谁呀、啊？啊，德刚大哥吗？七十多岁，郭德纲，管你叫大哥。德刚大哥，哎呦，别逗啊！嗯、您七十多了啊，就是，爷们儿，您别逗。嗯，德刚大哥，还这么叫？不是你谁呀、啊？你是？你说一说，我是于谦他爸爸。你先，你别说了。德刚大哥，行了行了，行了，别往下说了，还没说完了。什么说完呀、啊？啊？我爸爸管你叫大哥，我也是，我这别胡来呀、啊！就是跟谦儿我们关系这么好，乱辈儿。我不管您因为什么落得这般处境 啊，玩笑不能开。对呀、啊，起来，兄弟！哎，应了，真答应啊！你不答应他不起来，你知道吗？没听说，你跪在这儿怪膈应人的是吧？啊，我起来，怎么了？哎，问问什么事？别提了，啊、沦落在保定，回不去北京了。哎呦，不是这凡事得有因有果呀！啊，您不是。挺好的吗？嗯，说您老当益壮，带着一帮人干这个包工队的啊，挣钱吗？在北京城给人盖房什么的，挺好、啊、跑到这儿来了，一言难尽。怎么了？我带着人上保定来应了一个活，包一工程。本来好事，钱也挺多。哦，一看图纸、嗯、让盖一个70米的大烟囱，这活大呀，没黑带白干完了。好，人家来了一分钱没给。凭什么呀？图纸看反了，让挖口井。哼、哎不给钱打死都不多啊，哥哥，这一点都不冤，真的一点都不冤，是吧？我告诉你啊，兄弟，行了，别兄弟了啊！不是这，你这怎么干这个事儿呢、啊？你人就失手，麻又乱提嘛，这能错了吗？我人都打跑了，一分钱没给我啊，困在保定，我没辙了啊！你得管我呀，大哥啊！行，别的。没完了是怎么着、啊、我说得了那怎么着，咱们这遇到一块了，我不能不管呢啊，洗澡去吧。哎，洗澡换衣裳都弄好了，吃完饭是把他领回酒店，把经理找出来、嗯、来来来来来，这个于老先生，嗯，北京城说相声于谦他的父亲是吧？到了这儿了啊，你别管因为什么啊、嗯嗯嗯、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做，他要干嘛就干嘛，你那够朋友，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哦，别拦着他，嗯，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俩就是一个人，哎，啊，好，您不如说您就是我爸爸，合适吗？什么合适？真硬似的，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我是好意啊。什么好意？我没想到慈心生了祸害了。又出什么事了？那天我出去上街视察去了 啊。什么视察去了？我数数有多少个卖驴肉火烧的、嗯、数这干嘛？我再回来出了事儿了。怎么了？你父亲太万恶了。什么事？给我来个卷包会。
哟，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他雇了一辆车都拉走了。嗨，我傻在这儿了，干这事儿分文没有啊。嗯啊，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螺丝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呢。嗯，我这一片好心成了狼心狗肺了。哎呀啊，这个老头太不应该了。嗯，我把你救活的，你现如今给我来卷猫会，我怎么办呢？就是啊，我傻在这儿了啊。经理也劝我，嗯，郭先生，你在俺们这儿花钱如流水一般，现如今你落魄，俺们不能不管你啊。就是，会计打开保险箱拿钱，给郭先生拿一毛钱。嗯，哎，一毛啊。攥着一毛钱走了大街上，我眼泪哗哗的，人还有什么意思呀？啊，天气已经很冷了，哦哦，十冬腊月大雪纷飞，我还穿着一件塑料的皮衣呢。哎，塑料的皮衣，脚底下穿着布鞋，啊，抱着肩膀，哦，往前走，我怎么办呢？太惨了！马上来叫唱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嗯，现如今我落到这个地步了。嗯，当初我大把大把花钱，这会儿谁给我一块烤山芋？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看透了，心里难受啊！嗯，就听着旁边蹭，怎么回事？哪儿敲锣呢？啊，旁边饭馆出了小伙计儿，啊，端着一火锅搁在地上。哦，这是别人吃完的呀。嗯嗯，撤下来的。他这会儿拿出来是什么意思？都有什么意思？是给我的吗？啊，我一瞧这里边，呵，肉片鱼丸油麦菜，火锅还热着呢，刚着。哦，这是让我暖和暖和。好，我就别客气了是吧？怎么不客气？我一把我搂到怀里边，啊，我迈开步就跑啊，拿走啊，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嗯，到路口那儿，嗯，修大桥。哦，没有人走，是坐在桥根这儿搂着这火锅，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又伤心了，救了命了。对，我吃吧，吃吧，我别客气了。嗯，油麦菜，先吃菜，肉片儿，嗯，过瘾了，鱼丸，哦，找着，怎么？哎，跑了，都这样就别玩票了，知道吗？就在锅里头涮涮，嗯，哎，逗啊，嗯，哎呀，又跑了，哎呵，你还是不饿，知道吗？哎，这是鱼骨，哦，鱼骨，那也吃啊？怎么了？谁的假牙啊？这位也够喇叭的，这位还有这么大大咧咧的人，嗯，也别扔，干嘛用啊？这安个把当养挠使唤，嘿嘿，全有用。吃吧，嗯，吃饱了喝足了，嗯，搂着火锅，嗯，这手拿着我这武器，啊，什么养挠，嗯，嗨，别提这个了。正在三睡不睡的时候啊，四睡不睡啊，漏了睡了，哎，这就穷成这样还上睡呢，嗯，迷迷糊糊啊，嗯，就听那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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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什么响？飞机响，偷眼观瞧，跟前停一飞机，嗯，门一开又打里边蹭蹭蹭，怎么回事？跳下十个大小伙子来，哦，每一个都是一米八的个儿，啊，刀砍斧剁一般齐呀，啊。是啊，都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黑领带，戴着墨镜，哦，一站站一溜。嗯，我心说坏了，怎么了？这是香港黑社会的，啊，电视剧咱们看过呀，啊，是是有那意思。这十个人站好了，一转身，咵，这么齐，一个扶一个肩膀，哎。来十个瞎子呀，吓坏了我了，这有什么可害怕的？黑社会抢我这养挠来了，嗨，不要那玩意儿，我看着他们啊，这十个到我跟前一鞠躬，嗯，您好。哎，吓我一身汗，怎么了？我还以为是瞎子呢。是，感情会说话。对，这有关系吗？这个瞎子那是啊，头一个冲我鞠躬啊，姑爷您好。姑爷，姑爷啊，哎，这个称呼很亲切啊，叫姑爷肯定是有姑娘啊。那当然了啊，我这会儿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啊。嚯，老天爷真睁眼了，认错人认到我这儿来了。是，这事还不能胡来。为什么？他不像认别的，认儿子认孙子这都好办。嗯，到时不对了，你瞧你占我便宜，是啊，你拿我当你儿子了，这不好，你这个庸俗、恶俗、低俗啊，这都可以。还怎么三俗啊？是不是啊？但这认姑也不行。是，你明知道不是，你跟人去了，对，兵帮五四打你一顿，这哪受得了去？占便宜。我赶紧说，我说你再看看啊，啊，你再看看，认准了。对，没错，姑老爷，
就是您，认准了，跟我们家走吧。哦，急死我们了，可找着您了。嗯，我说你别闹了，我现如今混成这样，我怎么回去？是，全家人看见我，我拿什么话说？姑老爷，您怎么了？家里哪有别人呢？啊，嗯嗯嗯，小姐，那是您媳妇儿，老太太是您岳母，剩下都是我们这些手底下人。呵，嗯，寡妇老太太带一丫头。嗯，你要干什么呀你？这事儿能干的这事儿啊？干什么事啊？走，我跟你们去。嗯。抱着我这火锅，拿着我这武器，哎呀，好嘛，上飞机，嗯，十分钟可就到了。哦，下来一瞧，我的天哪，怎么了？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好大的一所宅子呀！哦，就跟小号的故宫似的，那么大。紧跟着门分左右出来四十个人，雁别翅排开，嗯，鼓乐齐鸣，由打里边十个老妈搀着一老太太出来。哎呦，甭问，这老太太是本家奶奶，怎么见得呢？你想啊，啊，他不能十个老妈搀一老妈出来呀。哎，废话嘛，这不是。来到里边，嗯，老太太瞧见我乐了，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嗯嗯嗯，可了不得了，说走就走啊，嗯，你瞧这身儿，哼，这嘎吱窝都孜然味儿的了。嘿，好，弄他去洗澡去吧，赶紧洗洗吧。来到洗澡这屋，呵，啊，脱了之后下池子这通洗啊，哎，我结结实实的退，嗯，我一看这还摆着香皂呢，脱呀，我吃三块洗三块，哎，吃，我打里往外这么香，好嘛，洗干净出来，旁边有衣服间，嗯，所有的衣服拿过来往身上套，穿内衣内裤，哦，啊，秋衣秋裤，哎，对，啊，绒衣绒裤，穿暖和一点，毛衣毛裤，啊，棉衣棉裤，嚯，啊，皮衣皮裤，哎，啊，军大衣啊，皮大氅，呵，狗皮褥子，哎，全围上，小坎肩儿，啊，哎呀，都穿好了。我说来人呐，啊，把窗户卸了，把我搭出去。嗯，好嘛，走不动道儿，实在走不动了。嗯嗯嗯，来到这屋大客厅啊，比这屋都大呀。嚯，屋里边点着九个大炉子啊。一楼多粗的大炉子，哎呀，就这火苗子九丈九，那么高，房梁子高是三丈三，哎，全了了吗？那不是，开窟窿走火苗子，什么人家这都是？老太看着我美，嗯，真尊呐， 啊， 啊，人是衣胜马是鞍，西湖景配阳偏，不捯饬不好看。你看都穿完了，一瞧，好看了，那狗熊似的。哎，我纳闷啊，哎，大衣外面那背心你怎么套进去的？啊，嗯，你这是高科技呀，啊！哎，甭夸了，实在是了不得啊！嗯嗯嗯，哎，孩儿啊，孩儿啊，你脾气太大了。是，说走就走，眼里还有我们吗？哦，旁边老妈子说了，老太太啊，姑爷一来走，二来走，为的什么呀？嗯，为的就是没结婚，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给他们完婚吧。完婚？我一听今天结婚，我得琢磨琢磨，怎么？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她要是漂亮呢？漂亮，我就跟着忍了。啊，她要是不漂亮，我也忍了吧。哎呀，主要是喂饭吃，你出去挨饿强啊。嗯，院子里有人忙活，一会儿功夫花团锦簇，哦，有人搀着我走上二楼见小姐。我一瞧小姐这漂亮啊，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好啊，冲我一招手，我电不灵腰往前就走，嗯，啪嚓一声脖子也摔了，火锅也脆了骨，这么大一疙瘩呀。您不要结婚吗？那桥上睡觉呢，我做梦呢。谢谢，嗯，谢谢各位朋友们，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是，北京德云社是一个年轻的相声团体，是到今天才刚刚十年的光景，嗯，我们很年轻，都是学生，哎，来到天津演出，既高兴又忐忑。对，高兴的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家乡父老汇报，嗯，忐忑的是咱们这儿能人太多，对，老百姓们都懂相声。都是内行啊，但是我们心态很好。嗯，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向您汇报。在座的各位，我们拿您是当朋友。对，不管您什么身份，嗯，你别小瞧这几千人，是藏龙卧虎。哎，有高人呢。你知道哪位大企业的领导啊？保不齐的啊，哪个单位的负责人？很有可能啊，成了名的侠客，得了道的剑仙，嗯，少林寺的和尚，哦，武当山的老道，嗯，化完妆的冰川天女，是啊，啊，你知道哪位是非洲的酋长，哪国的娘娘啊？嗯，全听相声都没准儿，你知道吗？什么没准儿？那人不来。所以说，您坐在这儿，我们拿您一视同仁。对，
不管您多高的身份，也不管您多低的身份，嗯，往这儿一坐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您跟我们是朋友的交情，平等的关系。人生在世可以没有亲戚，但是不能没有朋友。这话对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是这样啊，过去来说讲究说拜把兄弟干哥们儿啊，俩人本来不是哥们儿，嗯，一个头磕在地上，嗯，干哥们儿，对了，兄弟了，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徐德亮，哦，亮子，大伙儿有人知道他，嗯，网上听过他的相声，是因为这人呢这儿打着一个耳钉，对，这儿有一个外号叫耳钉徐，对，很多朋友知道，嗯，他最近就跟人家拜了把兄弟了，哦，认了一门，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嗯，好长时间没有拜把兄弟，是金兰结义嘛，对。为什么要有人拜把兄弟呢？嗯，举个例子来说啊，嗯，拿于谦来说吧。您拿我举例子。于谦的父亲是赵老爷子。对啊，不是，你先等。啊，我姓于，我父亲也得姓于。那个，哪个呀？啊，一个人就一个嘛。他们老爷子，比如说有一天找我来了，嗯，大侄子，大侄子来，咱爷俩探讨一问题。什么问题？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边。撞了20多年了，哦，那么长时间，你帮我解释一下什么问题？我说您说吧，爷们儿，嗯，啊，说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灯笼进窟窿，哦，这是什么科学道理？我说这是破灯笼啊，嘿，你爸爸一听，呵，嗯，哎呀，困扰我一生的问题解决了，哎呀，我爸让这破灯笼绕的一辈子啊，无以为报，嗯，德刚，咱们拜个把兄弟吧。啊，这就跟你磕头了，就说这种关系，这种特殊情况下会有这种现象，没有特殊情况，徐德亮拜把兄弟跟这个没关系，嗯，是吗？啊，昨天他后台跟我说呢，嗯，我跟您说我跟李菁拜了把兄弟了，哦，他们哥俩，李菁啊就是刚才捧哏这大眼儿，对对对，我跟他拜把兄弟，好，啊，他是我的大哥，哦，我说你干嘛拜他当大哥呢？是，你知道我那嫂子多尊吗？啊，嘿，对，心怀不轨。您各位得留神。嗯，逢这样的躲他远点。是的，交朋友嘛，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这话怎么讲？桃园三结义，嗯，刘关张弟兄三人。一个头磕在地上，跟亲哥们是一样的。这是榜样。磕完头站起身来，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哎嗨，不对了，不对，《红楼梦》有这个故事。哪儿啊？您这书都看搅和一块儿了，知道吗？没有吗？没有，那是三国。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隋唐啊，对，瓦岗46友，贾家楼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是哥们儿了。哦，到后来为了各自的利益，拔了香头子。嗨，这份情谊没有了，瓦解了，留下千古的话啊。嗯，哎，宁学桃园三结义，嗯，不学瓦岗一炉香，是这么个讲。真正交朋友有很多的说法，还有说法吗？有这么几句古话说得好，怎么说？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嗯，穿房过。过屋妻子不避，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还这么一套一套的啊，学问太大了。今天在这儿，啊，咱们开一个交朋友的现场传授的会议，啊，您给我们讲一讲，大家要知道知道什么朋友能交，什么朋友不能交。那您说一说，要如浅入深。行，首先说往小处说，啊，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您要长住了眼，哦，要看准了人。有这么几路人不能交，您说。第一，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这我没明白啊。啊，抢着坐后头怎么了？你想这道理啊，车来了，有坐前边的有坐后边的，啊，可有一样，坐前边的一般都得花钱。哦，给钱方便，10块20块的不值当的。是是啊，人家司机也没有说非得让后边人掏钱，人家干嘛呀？就前面这儿有了就得了。嗯，所以抢了坐后边的，嗯，心脏。哦，有的人当然了，他有时候也坐前边，是，他也坐，他不能总坐后头。哦，也坐前头，也坐前边。嗯，一到地儿了，表上写10块钱，拿钱吧。他掏出一张50的美金来。嗯，嚯，是吧？嗯，找钱找钱。
这找不了，嗯，后边递过来了，哎，我这有10块钱，得了，用这个吧。有人给了他，拿这个方法，嗯，可也不是很灵，是吗？到地儿掏出50块钱美金，给人，哎，你看这个，这找不开，后边的吧，哎，后边掏出100的美金，好嘛，俩鸡贼碰一块儿了吗？这不是，俩坏蛋打一个车，这是，好嘛，您记住了，还有这个上洗浴中心啊，洗完澡穿衣裳慢的人，不能教。这又听着新鲜啊！你想这道理吧？为什么呢？哥儿几个不错，走，咱们洗个澡去吧。哎，洗去吧。一进门脱衣服，拿手牌上里边洗吧。嗯、有这什么都要啊。对啊，你说这刮痧呀、拔罐子、搓澡啊，嗯，哎，什么小食品啊、青萝卜呀、水果果盘，没有要不到的东西啊，全来，都要，什么都要。嗯，都齐了。赶等走的时候，他穿衣裳就慢。慢，人家都穿好了，哦，站着等着他。嗯，他一只袜子穿7回，好嘛，穿完了，哎，错了，这是右脚的啊。嗨，袜子还分左右脚啊？这穿好衣裳跟澡堂子里边可站不住。那可不，一脑袋白毛汗，热呀！你快点，我们上外头等你去了。嗯，人家走到那儿，把手牌一交，哦，在柜台这儿把钱就结了。先出去的吗？都是先出去的结账。哦，没有后出去结账，不行吗？10个人洗澡出了9个，啊，结账不？后边那节，哦，后边，后边哪个节？啊，后边光屁股那节啊！嗨，回来吧，后边100多光屁股的了。对了，里边有几个穿衣服的呀？所以说，洗澡穿衣裳慢，别教他。哦，这也不行。还有一个，哪个？出去吃饭快结账了，上厕所，这不能教他。这为什么呢？你想啊，这儿吃差不多，汤也完了，他也漱完口，剔完牙了。一看人家服务员要拿账单过来，哦，他站起来奔厕所蹲着去了。哦，啊。等差不多再回来一瞧，哎，怎么你们怎么又结了？废话吗？废话吗？你跟那儿不都结完了吗？你啊，这接手啊。这个办法一个人还可以哦，一块儿这4位都这样就不灵了，是吗？都吃完饭，哥4个都奔厕所了。嗯，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顿这4位哪位结账？好嘛，追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这法儿都不灵？是这样，这是简单的道理。嗯，往大处说就深了。嗯，头一个，一跪一见，交情乃现。这怎么讲呢？哎，这个一句两句可是不好说。您也得解释。打一个比方吧。嗯嗯，就说我。哦，您就说我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郭德纲了？那您什么身份？家境很窘迫的一个人。穷，父母年迈，哦，身体不好，嗯，媳妇儿长期有病，哎，又下岗了，嗯，孩子上学交不起念书的钱，哦，老少7口人住一间3平米的房子，好嘛，这被子都撑不开呀，啊，站着睡觉，是啊，啊，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哦，就剩4个煤球，哦，舍不得点，没法烧，孩子哭。大人闹，数九龙东屋里边跟冰柜似的。哎呀，太我有心死去。嗯，上有老，下有小，得养活，怎么办呢？嗯，硬着头皮，我得出去做买卖，还做生意。数九龙东啊，嗯，我穿着一件棉袄，哦，英名是棉袄，是浑身上下3两棉花啊，光着腿没裤子，嗯，穿着拖鞋。光着脑袋没帽子，哎呀，背着一个书包，哦，里边有2张82年的晚报，啊，推开门往街上一走，嗯，北风呼啸，雨里边夹着雪，哎，几片树叶掉下来，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您瞧瞧，走到马路上，下午5点半，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嗯，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那么惨，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嗯嗯，偌大的天下就没有我立锥之地吗？太惨了。我也得活着呀！是啊，顶着风，冒着雪往前走，这叫步履蹒跚呢。嗯，把手里这2张报纸拿出来，干嘛呀？看报啊！啊，82年的晚报，还卖啊？4人帮倒台了。哎呀，嗨，这是新闻吗？看看新闻吧。嗯，死的心都有。那可不是。往前走，有打对过，你来了。
哦，我过来了。你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于谦。那我是什么身份？跨国的一个大老板，有钱，大买卖这儿好，开着一辆13开门凯迪拉克。我开一火车过来的，德国的机器呀、啊，是啊，那个方向盘我们看着都眼晕。嗯，咱们的方向盘是圆的。对呀、啊，您这方向盘是横的。哦，两边拐下弯来。啊，纯银打造。嚯、哦，两边这有两个胶皮套。嗯，一开起来，狗骑兔子呀！我开这么一过来的。没有好车呀，是吗？好车呀，啊，前面走，后边排气管子都是黑烟呢，啊，办了天津卫都看不见人了，好嘛！交警指着你那车直喊，啊，孙长老收了神通吧，好嘛！拿我当妖精了是吗？过猪八戒呢这儿，好，车一停，你看见我了，啊。有打窗户瞧见我，你认识我呀？啊，咱们是小时候的同学，这叫发小。门一开，你打里边出来，哦，往这儿一站，金光护体，珠光宝气，怎么那么这样？浑身上下这套西装没40万下不来，那么贵的，腰里这腰带，啊，就这卡子就得15万，糟钱，镶着红宝石，镶着钻石，哎呀，往脸上一瞧，红光满面，是是是，一嘴的大金牙，镶牙，哎呦，把牙都掰了，镶金子的，这不是糟吗？那个牙太大了，嗯，掰下来画上腰肌，扔排堆里，就他个大，好，打麻将呢，这是吧？啊，往这儿一站，嗯，你还认识我吗？问你，人家说话有底气，那是啊，有钱他横，腰里头硬，你还认识我吗？嗯，我可傻了。哎，您说话呀，我知道是小时候同学啊，你敢说话吗？怎么不敢说话？贫富悬殊差异太大了，有差距，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泥里头啊。嗯嗯，我站在这儿傻了。哦，我不敢说话。嗯，你拿手一指我，是，父亲，你先等一会儿。不不不不，哼，什么呀？父亲，你不认识我？我说是不认识了。啊？我叫父亲，像话吗？小的时候一块玩过家家啊，我那会儿老兄，哦，你净演大少爷，啊，我演你爸爸。嘿，你为了糟践我，管我叫父亲。哎，我就这么糟践人是吗？狠毒啊，这叫知道吗？这还狠毒呢？我知道是你，我说你是你怎么了？啊，父亲啊，嗯，行行行，别父亲啊，就是说事儿吧。我是于谦呐。对，谦儿啊，你挺好的，难为你还认识我，是挺忙的是吧？啊，哎，你别这样啊，你这样弄得我心里挺难受。哦，怎么了，老同学？你怎么落成这样了？是说话呀。你说话呀，说呀，父亲，对，别叫，我不说话吗？我不说话，不说话我就喊父亲呢。啊，骂我们一骂就说话了呗。哎，我拿爸爸骂人是吗？啊，有钱的人你真猜不透的，你知道吗？哎呀，没有什么可猜不透的，这不能这么叫，知道吗？我把我这经过一说啊，现如今家里情况如何如何，哦，这儿一说完，你受不了了。是啊，哎，傻小子呀，你别管了啊。一伸手掏出支票本来，嚯，什么人带支票本啊？啊，得有钱的人呢。哦，一伸手大裤兜子里掏出一杆笔来，是纯金打造。哎呀，这笔尖得有2两多。哟，这杆笔扔着卖30来万，哎，要给我开支票。你写吧，这钱花的都冤。啊，圆珠笔。哎。二怎么写？啊，拿我当文盲了？屁股后边来过戳来，嗯，烫，歘撕下来200万，那么些钱，拿走。哦，接到手里边，我傻了。哎呦，这是真的吗？嗯 嗯。啊，刚才我还在18层地狱呢。是啊。现如今我手里拿着200万呢，有钱了。这是做梦吧？我不敢相信呢，是不信。我一伸手，砰！干嘛呀？我把你的手拿过来，嗯，放在我嘴里，咔！这
是真的。哎，您咬我手看真假呀？你很欣慰。是啊，是真的就好吗？哎哎，对，啊，是真的就好。哎，行行，别晃悠了，就。我拿这笔钱回家，嗯，连老带小我活过来了。是是是，我念谁的好？念谁？我念你的好。对，我少一手指头嘛，啊。你提那个有意思吗？哎，对，您说这有意思是吧？你喊了半天我了，我都没翻车，你知道吗？哎，对了，你喊我爸爸，我也不翻车啊。一跪一见，交情乃见。那么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这还得打个比方。哦，又举例子。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嗯。哎，还得说说咱们吧，就咱们哥俩。你啊，好好好，你不是今天37岁的于谦了？那我这回18岁的大小伙子，小孩儿，哼，大高个儿，嗯，壮，哦，扇子面身材是，小伙子帅，漂亮啊，嗯，上一天班呢，嗯，下午5点下班，哦，回家洗澡，吃口东西，嗯，换换衣服，哎，穿一身白，哦，漂亮啊，精神，啊，年轻嘛，嗯，哎。白色的西裤，哦，白皮鞋，嘿，白衬衣，哦，还衬衣都是白的，白衬衣大尖领子，哦，这是学的人家香港人，都实行尖领子，这俩大尖领子，对，哼，尖领子这样都到胯这儿了，嚯，哦，出去上大街，嗯，帅呀，这还好看，喷了3瓶香水，哎呦，打鼻子一闻跟偷吃羊屎似的，什么味儿啊？这是上街搞对象去，搞对象啊，嗯，呵。对上谁了？打对过来一姑娘。哦，哎呦，这尊呐，好看，身材相貌，啊，头发模样都好看。哦哦哦，你看上了，喜欢了，大姐啊，搭个伴儿吧。什么词儿啊？我挺耐你的。嗯，啊啊，姑娘看看你。啊，呸！你臭不要脸的啊，老太太呀。嗯，拢了拢这4根头发，嗯，哎呀，这就4根头发呀！啊，头发不是很多啊，嗯。啊，讨厌，哦，臭流氓！嘿，后边追你吧，追着你跑啊！啊，哎呀，跑，啊，跑，跑大马路上去，哦，把人家甩了，是蹲在马路当中，嗯，哎，哎，可歇会儿，哎，没有好人走的道啊，嗯，哎，打后边。来一辆救火的车，救火车，消防队的车，嗯，开的这快，哦，啪，日就过去了，过去了，把你脑袋带走了，哎，脑袋没了，你没理会，大大咧咧，我，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不理会呢，我，哎，啊，看不见了啊，哦，一摸是大尖领子这空了，啊，哦，当时就明白了。脑袋没了，我拿什么想的呀？我这是啊，这玩意儿是啊，高科技呀，这玩意儿什么高科技呀？这是，啊，我怎么办呢？啊啊，哎，想出一主意，哦，我死了吧？啊，啪，哎，趴那儿就死了。这是我想出的主意，这是，啊，死那儿了，刚死那儿啊，哦，后边这个压道的车就来了啊，嗯，把你身上压过去了。哎呀，司机一看，嗯，哎。这道错了哦，嗯，哎，还回来，哎，没错，哎，嗯，还是错了，嗯，咱弄清楚了再走好不好啊？压了1个多小时吧，嚯，就为压我来的，这是倍儿平整啊，嗯，特别平整啊，嗯，人车也走了，就剩你跟这儿了，嗯，一身白，大尖领子跟地上趴着，哦，没脑袋，外地车来都纳闷儿，嗯，不让右拐直行，嘿。压出一交通标志来啊！简短截说吧，啊，3年过去了啊，那么长时间，拉活了都拉活了吗？嗯嗯，没人当回事儿。3年之后，哦，这天呢，郊区啊，那个农民赶上大车进城送菜，哦，马车停在这个白箭头这儿了。哎，别提这白箭头，啊，别说这白箭头，马车呀，放水，哦，马车还放水，马放水，马。您就说马撒尿就行了，给你泡起来了，我拿马尿泡起来的，福尔马林嘛，什么福尔马林呢？
我记得跟您有什么仇啊？我这说着多可乐这个啊？什么可乐呀、啊？你记住，只有说相声之间才这么说的可乐，解恨你知道吗？行，您解恨了，要压起来了，围、啊、好些人呐、啊。看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哦，这白不呲咧的啊？啊，箭头险胜了啊！过、哦，我正打着过呀、啊。啊，我说别动，我认识这褂子，认识这衣服，就到胯那吧，这边啊。哎嗨，翻过来，翻过来，嗯、啊，翻口袋。你看这不嘛？你看看，这是身份证哦，玉谦啊，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认识啊。完事我谢谢各位 啊，我请大伙吃面条回来啊，谢谢各位啊。干嘛还请客呀、啊？人大伙帮着把你泡起来了 啊，好嘛、哦。剩下的事儿是最为难了。为什么？得给你父亲送信儿去。哦，得报信儿。老头90的高龄了啊，90的人了、嗯，老来丧子，人生大不幸，多惨啊！你父亲从小3岁，嗯、父母双亡。38，老伴儿去世了啊！看看，到90了，独生儿子没了，人生3大不幸，嗯，都落到你爸爸身上了。对，啊，招你惹你了，明儿俩，解释嘛，交朋友嘛，是吧？啊啊啊啊，我得上家送信儿去。您去吧，谁也不去。为什么？你怎么说？啊，90的老头，哎，你儿子死了，光鸡他也死了，这算谁的？他也回去怎么办？这算谁的？嗯嗯，谁也不去。是，到这会儿就瞧出咱们来了。这谁也不顶这雷，我去吧。您来啊！这都办完了，抚恤金拿完了，都办完了，我上家送信儿去吧。哦，到你们家扒窗户一看，啊，哎，叹什么气、啊？我见不了这个。怎么了？真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啊，90岁的老头了，是，就剩一个人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呀？怎么过？哎，咱爷俩喝一杯来。这别喝了。老头心宽呢，心宽也不能这么宽呢，这个啊，吃饱了喝足了，躺会儿吧，躺会儿吧，躺会儿吧，还睡，睡会儿，一觉醒来下午4点，嗯，哎，你说谦儿怎么着来着、啊？哎，好嘛，刚想起这事儿来，死了，哦，嗯、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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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得给国家添麻烦啊。哎，真想得开，我说这是人家消防队拿来的抚恤金、嗯、啊，100块钱，你看看，我就值100块钱。老头看看这个，咱们这算坑害国家呀？ 啊。这我找50，哎、嘿，还不值100块钱。打这儿起，我负责照顾你父亲。哦，这老头啊，养老送终，顶丧驾灵、哦，一切都是我的事儿。那是一死一生、嗯，乃见交情。哦，就这么讲，交朋友嘛。好，最讲究的得说是托妻献子，这又怎么讲啊？天儿可是太晚了啊，咱们今天就不说了。别不说，我还经常会回到天津来演出。不用，下一次。咱们说这事儿啊，没有，别不提了，可以，不是你嗨，干嘛这留一扣子呀？没有，今儿就说到这儿了，你解释解释。你很喜欢听吗？我想知道啊。啊，你这样的人不多见呢。这怎么？我求知欲强啊，怎么？真的啊？啊，我想知道这个。呵，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呀。嗯。什么词儿啊？这是。你都不在乎，我怕什么呀？我啊。我长知识有什么的？我跟你说这个托妻献子啊。这怎么讲？呵，没锁了，告诉你。哎呀。你先高什么兴啊？我替你美的。是吗？那您说一说。嗯，就不是现在的于谦了。啊、哦，还是以前。75岁高龄。哦，那是我以后啊。相声泰斗，老艺术家。好好好。每天在街上那儿说相声。对啊。老艺术家了。风里雨啊！我还在街上说相声。面向人民嘛，剧场不让进。啊，那主要是剧场不让进啊。站在街上给大伙说相声，嗯，哟，这一天说下来啊，给多少钱都有，哦，3块的、5块的、10块、8块的啊，打零钱呢，都有，这儿很舒服，哦，不为钱多少，有个好身体，这要个心态，是不是啊？嗯，每天在人群里边有一个人看您说相声，老来，哎，这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哦，连看了10天，那么长时间，这天演出结束，他过来了，哦，于先生啦，哦，你讲的相声很好听啦。你得跟他撑着绷着。哎，我得吧。你是老艺术家。哎，那是。大爷，您抬。哎，哎呦呵，我这范儿太老了，我这范儿。75了吗？嗯、就那玩意儿了，知道吗？什么玩意儿啊？讲得很好听啦。啊、嗯。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啊。您是？我是新加坡的人。华侨。在南洋一带做生意。海外。啊、我有800多亩橡胶林。哎呦。20艘轮船。哎。50个公司啊。老板还有7个大银行，是是，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好，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是是，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好啊，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每年1000万，一共是5年。
5000万，5000万美金。哎呀，但是有一个要求啊，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我一人去，你不可以带家属。哦，你愿不愿意？是。听这话你傻了？怎么？1年1000万，5年5000万，多多的钱。你到80岁的时候，你拥有5000万，是啊，你花不完就得死。当然了。啊？这是多少钱呢？是是。你都美疯了，你都。啊。哎呀，老爷，老爷。跟人客气吗？啊，我愿意去，愿意去，是愿意去。你想好了，不可以带家属，不可以带家属。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为什么呢？很为难呢。怎么？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哦。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哦。那会儿封建社会，懂什么呀？是给孩子定亲。嗯。小姑娘、小小子，你们就是两口子了。对。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那么小。他懂什么呀？啊。那个女方才45，是。是46，属马的。这什么属马的呀？啊，太大了，这个是就没法过呀。啊，后来这一生又有2次失败的婚姻，还结过2次，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啊啊，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哎，我周围都什么人呢？我这是，知道吗？啊，一直到75，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退下来的空姐。哎，啊，退下来的空姐，漂亮这寸的，知道吗？什么玩意儿啊？讲得很好听啦，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您是？我是新加坡的人，华侨，在南洋一带做生意，海外。我有800多亩橡胶林，哎呦，20艘轮船，哎，50个公司啊，大老板，还有7个大银行，是是。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好，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是是，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好，啊，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每年1000万，一共是5年。5000万，5000万美金。哎呀，但是有一个要求啊，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我一人去，你不可以带家属。哦，你愿不愿意？是。听这话你傻了？怎么？1年1000万，5年5000万，多多的钱。你到80岁的时候，你拥有5000万，是啊，你花不完就得死。当然了。啊？这是多少钱呢？是是。你都美疯了，你都。啊。哎呀，老爷，老爷。跟人客气吗？啊，我愿意去，愿意去，是愿意去。你想好了，不可以带家属，不可以带家属。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为什么呢？很为难呢。怎么？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哦。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哦。那会儿封建社会，懂什么呀？是给孩子定亲。嗯。小姑娘、小小子，你们就是两口子了。对。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那么小。他懂什么呀？啊。那个女方才45，是。46，属马的。这什么属马的呀？啊，太大了，这个是这没法过呀。啊，后来这一生又有2次失败的婚姻，还结过2次，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啊啊，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哎，我周围都什么人呢？我这是，知道吗？啊，一直到75，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退下来的空姐。哎，啊，退下来的空姐，漂亮这寸的，大个儿。了不得了啊！哦哦哦，今天白天刚认识的，嗯，空姐喜欢你的相声啊，是是是，跟你去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哦，啊，今天晚上演出结束，俩人要一块喝顿喜酒，入洞房了。今儿晚上这会儿，这老华侨找你。哦，马上就走。哎，你说怎么办？5000万是不能不挣啊。对，可家里怎么办？媳妇儿，这媳妇儿怎么办？嗯嗯嗯，你在中国境内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哦，3亲6故，一个知心人都没有。是是，就剩下我这么一个朋友，你说你这媳妇儿托付给谁呢？那就托付给您吧。托付给我你乐意吗？您甭客气了啊，我这什么人都没有了，我不托付你，托付谁呀？啊，我你以为这是好事呢？啊，我担着风险呢。这有什么风险？你说一辈子相声，光相声界你得得罪多少人呢？啊，你走了，大伙儿一复仇，你受得了受不了？嚯，我得罪那么些人，我得帮助你啊。嗯，买张票把你送走了。哦，回头上郊区那儿，我租一个小院干嘛呀？这个地儿必须要偏僻，是别人找不着。为什么？前面是河，后边是埂，左边是井，那边是沟。啊，给我媳妇搁炮楼里了。啊。我拿车把他送到这儿来。嗯，关上门锁好了。哦，别人不知道。是，我得照顾他，等到你回来。哎呀，您还真够朋友，费多大心。嗯，花多少钱不说，你得惦记着。那可不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是是，没事开车我就得去。哦，搬蔬菜，
青菜，塑料袋装的肉，哎呀，米面油酱醋葱都搁在门口台阶，拿出信封来，里边2000块钱，顺着门缝哎打进去。这门缝您送进去多好。哎呦，我能进去吗？怎么了？他那个年纪儿，我这个岁数，哦，舌头跟着底下压死人，有会说的不会听，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哦，您是要脸面的。那是啊，是是 是, 是，钱顺门缝扔进去，啪啪啪一砸门。嗯，嫂子，嗯，我走了。哦，走嘞。我走喽，走啦，走啦，走吧。什么毛病？跟我媳妇这满脸跑眉毛的，你这儿，跟别人看见嘛，别人看见嘛，是是，是不是？照顾着还得亲切嘛，是不是？哎呀，过些日子又来了，一筐苹果，一筐梨，是各种食品东西都搁这儿，信封掏出来，里边5000块钱，又涨，顺门缝进去，送进去。嘿呀呀，你坑死我了你啊！怎么了？他那个年纪儿，我这个岁数，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会说的不会听的，传扬出去，我这个脸往哪儿搁？我得顾全这个。哎，对对对对，您要脸要脸，一直就忙活着。到年底我又来了，开车到在这儿啊，往下搬红果儿，糖墩儿。酸麻糕、酸枣、奶粉、草莓、杏儿，行了行了，喇叭蒜，别往这儿倒腾酸的了啊！啊，怎么个意思？这是我哪知道去啊？人家给写了条了，买什么买什么，我得去呀。哦，他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开胃的零食吗？啊，那当然了。哦，就天天就这么花钱的，花钱无计其数。是是，一直等到5年的头上。哦，5年了，你来信儿了，嗯，5000万到手，我回来了，于老艺术家要回来了，好好好，我得送信儿去，对，这回我不能不进去了，对，您得进去，开车到这儿锁上车，嗯，掏钥匙捅开院门，他有钥匙啊，钥匙扔着，嗯，把这褂子脱下来，扔边上，嗯，坐到炕边倚着那被窝垛，真不客气，哎呀，这日子。腰啊，又酸又疼。哎呦！哎，哎，哎，还喊你了，听见了吗？你媳妇那正给孩子喂奶呢。对，都有孩子了。啊，倒杯水去，有耳朵没有？嗯，兑点热，兑点热。嗯，哎，嗯，什么意思啊？我说啊。他马上就回来了，啊！你说怎么办吧？哎，你媳妇儿女中豪杰是吗？事已至此，我能怎么办吧？啊，他都豁出来，爱怎么着怎么着呗，是吧？嗯，潘金莲的故事我又没看过，啊？什么心眼儿这是？那都废话啊！那废话，我告诉你，没缺德玩意哦。哎呀，这事闹的，讨厌呢。正说着，门一开，大儿子进来了。俩呀，最可爱，我最喜欢这你最爱人了，是吗？进来，爸爸，哎，还叫爸爸，再叫爸爸他妈出人命了，你知道吗？是，我告诉你啊，再过个4-5天吧，啊，咱家来串门的，哦，一老头，啊，大圆脸，长跟包子似的，啊，第一箱子都是钱，嗯，你呀。你亏点心啊！你管他叫爸爸，叫对了，爸爸买糖吃，听见了吗？那小子就不用嘱咐了。怎么？月科的还不会说话啊？好嘛，都归置完了，拿车被他们家仨都拉回来，收拾屋子准备好了，上机场接你。屋里点一锅子，叫的菜，你坐在上头，你媳妇坐边上，俩孩子一边一个，我坐在下垂手，端酒杯一喝，你不得美吗？美。这朋友你不得交吗？交交交交交你奶奶孙子我。什么人呢？您这是？哎，您看这叫什么事儿啊？你您说这话里话外，您还要这个？我你这这个不如我这这个，知道吗？哎，我说什么乱七八糟？你干这什么事儿？不是你这话可不对啊？怎么不对啊？你同这么些日糟我啊？怎么是我？我可是一片好心。就你啊？咱们冲灯说话、啊。你冲什么说话也没用。我可不亏心。你还不亏心、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了？你活该你！我受了多少累了啊？你指不定为谁、啊。白天我一天一天的我不进去啊。是晚上你还一晚上一晚上不出来呢？你怎么不说呀？
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不，你这个可就不应该了啊！怎么不应该啊？我交朋友图的是什么？你图的是什么？你说一说。我到最后就图一这个，你哎，我一颗心掏出来给你吃了啊！我不在乎、这个，我落这么一下场，好心肠变成驴肝肺、啊。你本身就是驴肝肺、啊，我为了你，我容易吗？你跟我说不着、这个，你走的时候都75了，我也不知你这情。你回来都80了，怎么了？你可别跟我喊，我告诉你啊，我谁也不怕。你干这事儿，除了门口那狗，我没怕过别人，你知道吗？没有这么说，你要这样说不对了，怎么不对了？你回来都80了，80怎么了？你没孩子。我由着你什么事儿啊？你老于家就断了根儿了，跟你没关系。人家家死人打翻爆罐一大家子，你这没人管呢。我也不指着你，你撑死腿上弄俩贴饽饽，喊俩狗把你拉出去，你知道吗？那是我的事儿啊！我为了你，我着急费心，我容易吗？我你为谁呀、啊？我为了你呀、啊！你为谁？我不在乎。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怎么不对呀、啊？我跟你说，那孩子那是我儿子。怎么的？你儿子。那是我的孩子，啊！我怕你发丝无后，你80了，你有那个心，你还有那个力吗？您想的还真周到。你净剩守着5000万，你坐那儿哭了你？啊！我是冲着交朋友，我孩子多，我给你俩。啊啊啊！你二话没说，连打再骂呀！嗨，你那心都搁在嘎吱窝了。哎呀，啊，我图什么许的？我是是是，我死在那儿，我哎呀呀，别别站住！没有，别站住！这看我了，看我了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不，你没有这样的，是我错了。那孩子是我的，我知道，你媳妇生的，哎呀，还一样。谢谢。谢谢，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的抬爱。是，没有多大能耐，就是有膀子力气。是，这是什么地方啊？嗯，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嗯，出能人的地方啊。对，名家辈出，曲艺的窝子。是，这么多朋友来这捧我们啊，无以为报。就是，待会儿叫于谦自杀以谢天下。啊？您先等会儿。是个办法。什么办法呀？您把我给豁出去了，留着我还好一点吧。没听说过。希望大家多听相声。嗯。希望您永远快乐，天天的幸福。借您吉言。我是这个意思。好啊。大家都幸福。好。不管坐在哪儿。啊。蓝区的、绿区的。哦。啊，这边都算上啊，所有的朋友一位算一位啊。嗯。大伙儿都幸福。好，借您吉言。你们就幸福。对。你们就这样啊。哎。了，你就作啊！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别跺脚了，就啊！怎么说话呢？这叫你们都幸福吧？啊，我怎么办呢？您也可以追求幸福啊！有人问我了没有？啊，我怎么就不能幸福呢？也没有人拦着您。我怎么净倒霉的事儿呢？您就一直不顺吗？打小就不顺哦，打哈欠，掉下巴，啊。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横拢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哦，吃糖饼烫后脑勺。吃糖饼怎么会烫着后脑勺呢？糖饼来了啊！啊，这一撕，呲儿，糖下来了，一舔，哇！您拿着糖饼舔，那还不烫着？我也想幸福。可以呀。我要成为人上人。我很小的时候有理想。什么？我那会儿很想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哦，这是您的抱负啊。好啊。可以。我那会儿特别想当一个游泳运动员。哦，水上的项目。我的邻居是国家游泳队下来的。那不错呀。这个人有能耐。好。虽说没得过金牌，可人家这一辈子没淹死过。哎，这也不怎么样，知道吗？他教我仰泳蛙泳我全学会了，各种的姿势，我是个天才呀。好啊。后来受到了园林部门的阻挠。这跟园林部门有什么关系？他们说我破坏草坪。您在草坪上跑来了？旱泳吗？哪有旱泳啊？学会了在搁水里头。可没听说过。不让我练活该。死去。啊，你看这都是当初跟我练游泳的。谁说？他们支持我。这
谢谢大家。多少草坪啊这？我后来我练别的，嗯，铅球，哦，田径，最爱这个。好，大铅球拖着它，人儿老远，真远呢。是教练说了，嗯，人出去不算啊，球留这儿了。我很纳闷啊，嗯，我怎么就会出去了呢？嗯，不让我练，活该，死去。你瞧，这叫扔铅球的当初一块儿，陪着您的人还真不少。我后来练踢足球，好，教练看见我都快哭了。怎么了？真好啊。夸你啊，你顶马拉多纳强14000多倍，天才啊。就是有两样东西妨碍你的发展。哪两样？左腿跟右腿。说你不是干这个的，知道吗？我后来练轱辘鞋。轱辘鞋我最爱这个。是吗？最早我们拿轴承做的，哦，后来又卖的了，嗯，鞋底有小轱辘。哎，旱冰鞋不许给他起外号。谁那是外号啊？嗯，你这是外号。我最喜欢这个攀冰鞋。我上郊区玩去，哦，穿好了，是找一个大卡车，哦，揽着后帮，那是你练的，开起来我跟着走，哦，风驰电掣呀，那是快，轱辘鞋都冒火光了啊！老百姓都喊，啊，看哪吒，哎呀嗨，风火轮了吗？这我就是忘了问了啊，那个车是奔内蒙去的。是啊。我没有坚持到，嗯，承德我就掉队了，能到那儿就不错了。鞋都磨没了，嗯，太疼了，净剩磨脚了吗？上学这些年也不顺呐。上学怎么了？你算算吧，啊，小学13年，哦，初中9年，哎，等会儿就行，别说了，小学就上10几年呢。他们舍不得让我毕业。是啊。我被评为全学校最熟悉的面孔，新老师来都跟我扫听学校内幕。你根儿比他们深呢。我也不爱上课。是吗？老师说的我也听不懂。哦，我说的他也听不懂。哼，老师只要听不懂就让我出去站着去。好嘛，这些年没在教室待过。哦，我说晒那么黑呢，讨厌。嗯，讨厌你管着吗？你啊，您老在外头待着像吗？我在宿舍呀。哦，我自己看书啊，哦，我一样我能够成才啊，自学也可以，我买了很多武侠小说，我一个人在屋里边念，哦，我大声朗诵。怎么说？他的刀是冷的，他的剑是冷的，是他的心是冷的，嗯，他的血是冷的，哦，他的人是冷的，嗯，这孙子冻上了。嘿，哎，什么书啊这？这写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这个说的是呢。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啊，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哦，还搞对象？长得这漂亮。是吗？那脸跟车祸现场似的。嚯，哦，没法看了那。尤其那两只眼睛有神。是吗？这样。哎，斜视啊，跟谁都客气啊。你好，好久没见了。别走啊。哦，没动。没动，好嘛，给看走了一位。在一个风和日丽、草长莺飞的下午，嗯，我和我美丽的女朋友偏见小姐，哎，你女朋友叫偏见的，这个眼神不偏见吗？往一边看，这是。我们坐在刚果布拉柴维尔31种口味冰激凌店，嗯。一人要了一份冰激凌，吃吧。我看着他一勺一勺吃光了我跟前这份儿。也对，他跟前那份儿他看不见吗？不许拿我女朋友开玩笑。您要不说，我想得起来吗？这个讨厌，讨厌这人是吗？多讨厌啊！我思绪万千。想什么呢？我想我远在南方的父母。哦，想家。出来很多年也没回去过。哦，今天早晨父亲来了一封信。怎么说的？亲爱的孩子，嗯，你离开家很长时间了。哦，今天要不是邻居的提醒，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儿子。啊，这能有忘的吗？家里都好，你放心吧。是是，这星期闹天，哦，下了2场雨，阴天，一场3天，一场4天，那就是下一礼拜，知道吗？
咱们家搬家了。哦，搬到离原来那地儿500公里，够远的。你猜是哪儿？这有猜的吗？我们盼望你回来。哦，完了。嘿，我上哪儿找你们去？哎呀，连地址都没有，我很难过。嗯，这时候偏见给我出一个主意。说什么呀？带我去火车站买票找他们。哦，他带着去。来到火车站，票卖没了。啊，偏见找到了警察。干嘛？你知道票贩子在哪儿吗？啊，跟警察问去呀。警察看看他。嗯，我还找呢。哎，对，可不是吗？他也不从哪儿弄两张票。嗯，我们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往西边去了。3天3夜之后，哦，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地儿下车了。哦，他带我走进了森林的深处。进林子了。我太累了。嗯，躺下就睡着了。睡会儿吧。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嗯，他推我。哦，哎，哎，哎，他推那是你吗？陶岩，不是，我看他那眼神，你离他可够远的。可以调整一下吗？哎呀，他拿眼神往回勾啊！管着吗？你管着吗？管着，我很耐他，我你说。好，我坐起来了。嗯，啊，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听哪个？还逗闷子呢。坏消息，嗯，咱迷路了啊！以后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哎，这太惨了。好消息呢？是，牛粪有的是。哎呀！哎，对，哎，行，哎，恨疯了我了，告诉你，别跟他置气了，我打了他一顿，我犯不上，我自己回来了。嗯，我坐在自己的宿舍，我这眼泪哗哗的，难过了。人活一世有什么意思？嗯，我都33了，哦，我连一任总统都没干过。你也是想瞎了心了。嗯，我这有什么意思？嗯，我决定我不活着了，死去，我死。寻短见，找出一把菜刀来，干嘛？我要自尽，抹脖子。我要学很多革命前辈，干嘛？我要自尽。革命前辈，当初我们有很多英雄嘛，不都是死在菜刀底下吗？谁呀？有一个大英雄叫董存瑞，冒着炮火把菜刀搁着碉堡底下。哎，搁一菜刀管什么用啊？这个磨磨刀也好嘛。那这呵，哪有功夫那儿磨刀去呀？哪个英雄死菜刀底了？没有，那不死了。啊，我摸电门行吗？触电，这是个好办法。倒是把这盒盖拧起来，嗯，拿试电笔一杵，嗯，有电，再见了。嗯，一伸手就完了。对了，再见了，摸吧。砰，嗯，停电了。嘿，太背了您。哎，我跳楼吧。坠楼。跳楼我很喜欢。嗯，我研究过。这2楼的跟20楼跳下不一样。那有什么区别？2楼的跳下是啪，嗯，啊。20楼呢？啊，啪。就这个呀，这好嘛？您这什么研究成果呀？这都对对对对对，好办法。嗯，我住的8楼。8楼，我是先趴，我还是先啊？您什么声？我是砰。这声？我是撞到防护网上了。没开窗户就往下蹦。我翻箱倒柜，我找出一包耗子药来。要服毒？吃，半斤多都吃了。嗯，躺着等死。怎么这么饿呀，啊？饿，酵母片。嘿，看准了啊！太讨厌了。嗯，我不能这样。怎么？我不能这么灰色。哎，我不能这么悲观。是，我不能这么消极。嗯，我要振作起来。这就对了。我干点对人民有益处的事情。好啊！我要让国富民强。好。我要让国家有钱。好想法。我怎么能让国家有钱呢？想一想。我印假钞吧。哎，啊！您这什么想法？这是。我多印钱，老百姓就富强了。怎么想的？我有一个朋友，嗯，跟我过命的交情，嗯，劝我，哦，你是要作死啊？哎，国家有规定，是印大票犯法，啊，印小票也犯法，印1块钱的可以。谁说的？想了想，这个挺复杂呀，啊，上哪儿买那墨汁去？还有那个滚儿，印钞票还这么印呢？这个要印一张拿剪子搅吗？谁说的？这都是，嗯，太落后了。我这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啊，合成本一张1块钱得合50块钱，啊，他说我给你印吧，哦，你给我50块钱，我给你1块钱，啊，我保证你的1块钱上哪儿花，花不出假来。嘿，
我想了两个月，怎么样？他是不是骗我？哎呀呵，他就是骗你呢。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也就是我，嗯，换二一个也上当了。哎，早就想明白了，人家。我想了想，啊，印假钞不是办法。当然了，抢银行来得快。怎么想的呢？对，我要去抢银行。抢银行，我一定能成功。哦，我查了很多的案例。嚯，我们有很多前辈，嗯，啊，给我们用鲜血铺成了道路。我没有理由不成功，这还有前辈？对呀，我们有一个前辈啊，就是方向感不强。怎么了？半夜两点拎着菜刀冲进了武警宿舍，啊，那惨呐！那这活该，没打死他呀，一点都不多。我们还有一个前辈，嗯，拿麻袋套在脑袋上，这对，就是忘了掏眼儿了，所以过马路大卡车咔就压死了。哎呀，我们还有一个前辈。嗯，一进银行把枪就掏出来了。哦，打劫。好，后边四十多人都把枪掏出来了。那么些人呢？警察发工资。嘿，全赶上了。我们还有一个前辈啊，哪儿那么些前辈？他成功了。是吗？呵，抢了100多万。哦，扔在车里，开车就冲上了闹市区。哦，当时下午5:40。是，警察来的时候他还跟那堵着呢。嗯，哎呀，赶上堵车也不行啊。有这么些个前辈用鲜血铺成了道路，嗯，我怎么能够不成功呢？那您好好干，我一定要成功啊。嗯，我天天锻炼锻炼，我早晨早起干嘛？我出去跑步去。有什么用？哎，好啊。啊，警察要追我，我能跑啊。哦，好跑。早晨起来又比我早的，嗯，有人遛狗。对，哎，小狗那个可爱呀。啊，这么点儿藏獒啊？藏獒不这么大，那个爪子，嚯，这是大狗啊。我跑他就追上，我一直奔北就下去了。哦，这趟跑终于甩掉他了。嗯，吃过晚饭从张家口坐车回来的时候，哎，你都跑到张家口去了？哎，你琢磨我这速度次得了吗？哎呀，别美了您就。我认为我一个人干不了这活。怎么？我得找一帮助的同伙。我有一个朋友，嗯，一直家住南方。哦，祖传七辈偷东西的贼窝。我请他来帮我。嗯，他很兴奋，在来时的火车上铺上了纸，写抢银行的计划。火车上旁边坐着四个老红军。啊，火车直接就开派出所去了。哎呀，太背了。我想了想，抢银行不是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你想这个道理它很复杂。怎么？你进了银行你得先拿号吧？对，拿号。你坐着等着叫你吧。呵，真规矩。一会儿叫你了你去了，递完号你一伸手啊，他那柜台上有个窝。哎，对，有一坑，再卡住了我，他再把我手表摘走。嘿，你们俩谁抢谁呀？这是不行，这个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能干。啊，嗯，是，您连那窝都抽不出来，您还抢银行呢？我不能这样想入非非啊。啊，我干点实际的事儿。就是我抢运钞车吧。哎，那大汽车是吗？那里肯定有钱。啊，那大铁箱子我看他们拎过。啊，对，那箱子给我，我就行了。给你，我天天训练。哦，我骑着自行车，我抹大公公，玩命呢！你这司机这客气啊，那作死呢哈！哎呀，是客气吗？这个那天跟街上正练着了，啊，真来运钞车，出了一帮劫匪，两边打起来，车也翻了，啊，大铁箱子摔到我跟前摔开了，嗯，里边都是一沓一沓的钱呢。哦，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郭德纲有钱了，是你的了，我也倒了霉了。怎么倒霉了？问我自己，怎么回事？我拎这箱子啊，我上银行存钱去了。我傻小子。这个来了很多的朋友，嗯，我不能让您白来。怎么？我有一手绝活。干嘛？口吐荷花。我要倒霉，算了。我看他们预备了。预备就说呀。预备了不用啊。啊，不，不行，咱换一个。这事儿闹的。嗯。不用就不用吧。嗯。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嗯。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什么？你认识我吗？我啊。嗯。就不认识您。你看我是。干什么工作的？哦，猜一猜您的职业。对对对，就这个身份，这个气质，看不出来。你好好看看。好好看也看不出来。我这，您是我眼拙，您是，军事家。哎，起来起来起来。军事家就军事家，干嘛那么嬉皮笑脸？你这哪儿说理去？你太可乐了。
我是军事侠。嗯啊，您会是军事家？你不认识我？我真不认识你。完了，看我这个姿势。啪！哦，还打靶？啪！长枪？啪！崩弓子也练呐？野外训练吧？哪有野外训练？嗨，那边啊，那边啊，呀。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就这样吧。啊，大军事家郭德纲，嗯，就是我。是啊，很高兴。我今天是便衣出来的。哦，我没穿着我那个军装。没有，但是我要以我一个军人的身份，嗯，跟大伙儿聊一聊。好好，您说一说。我认为啊，就别要这个了，你这你洗洗还能使。哎，军事家也得过日子嘛，过日子没有老擤鼻涕的，知道吗？你真不认识我？我这不认识您。我属于国际的老核部队。老核部队啊？对，没听说过。你知道什么维和部队啊？什么叫维和？维持和平啊。老核呢？不知道。老得维持和平啊。这怎么那么贫呢？这军队维持和平不可掉以轻心。哦，1996年、嗯，世界各国选拔在军事方面有奇才的人，嗯，聚在一起进行培训，嗯，成立老核部队，是平定天下，打击恐怖分子，反恐。哎，各国都挑，中国挑的就是我。您去了？就是我。哦，哎呀，当时为了说选择在哪个国家进行培训，费劲费大了。是吗？最早说在瑞士。这可好地方啊。瑞士说，哎，这不行。为什么？人家中立。哦，不掺和。哎呀，不参与。别去了。法国。好啊，那儿太浪漫。那怕什么？我们上那儿都忙着搞对象，耽误正事儿。你们干嘛去了呢？日本也行，净吃生鱼片闹肚子。哦，这也不成。哎，选了半天，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哪国呀？军粮城。哎，啊，军粮城啊，这大地方啊，那是国家吗？管着吗？啊，军粮城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哎，嗨，谁问你这个了？我们在那儿训练。啊，教我们的老师是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对，您先等一会儿。这都美国上将了，怎么还詹姆斯下士啊？你想 啊，上完了将不得下市场卖去吗？哎，那卖大将的。清晨起来，学生们站成一排，詹爷站在前面。詹爷呀，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唱校歌。哦，还有校歌。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行了，哎，高腔呢？什么高腔？嗯，这詹爷唱评戏的，学了3年之后，我们就地解散。对，好，白费劲了，合着。很多单位上我们这儿挑人来，哦，都要走了。是，一个单位要俩，嗯，他门口站着去。嗯，小这么些年，给人当保安去？他们好歹还有人要呢。啊，没人要我。你说他们没人要我。那怎么了？恨得我呀，活该。活该。是，不用拉倒。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哦，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哼，我有我的出息。实指望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是啊，没想到不久美国出事了。怎么？他的那个百货大楼让人拿飞机给怼了。哎呀，您这词儿太糙了。世贸大厦让飞机给撞了。撞了。对，把总统急得跟什么似的。是吗？一天到晚这去火的要30斤50斤的吃啊。嚯，饭量不小。找吧。有没有高人能带兵打仗啊？是，总统有个秘书叫王富贵。什么名字呀？这是出一主意啊。在中国北京有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奇才叫郭德纲。知道您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哦，上炕认识媳妇儿，下炕认识鞋。
呵，就这个能耐呀？找我？嗯，难了。怎么？我没准地儿住。怎么？我也许今天啊，嗯、地铁；明天火车站；哦，后天医院大厅。打油飞呀、啊、你！一个军事人才就是这样。什么呀？居无定所。哦，我也没个电话。是，我就一 BB 机，哦，台都停了。哎，对，那没人用这个了。那天我跟街上正忙着呢，嗯，身后有人来我，哦，郭先生，嗯，郭先生，谁？等会儿啊，啊，等会儿，等会儿啊，等会儿啊，嗯，一女的，哦，外国人，是啊，漂亮啊，好看，金发碧眼，嘿呀，等会儿啊，嗯，喂喂，嗯，没通，大娘，这多少钱这个啊？打公用电话呢？啊，没通不要钱，好，谢谢啊，嘿。啊，我是郭德纲啊，你找我是郭先生、啊，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哎、到处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怎么瞎子？您不是说漂亮吗？金发碧眼是金发呀，金头发碧眼，闭着眼了吗？嗨、哎，金发碧眼是闭着眼呐，就是、啊，我说你找我呀，啊，总统让我找你，让你带兵打仗，我说这个玩意打仗，啊，给多少钱啊？钱给你1000万美金。这可不少，1000万啊！这拿三轮车拉也得拉两车了。好嘛，有什么？这我要都换成日元，嗯、干嘛呀？我得数到80岁生日去。没有这么折腾的。啊、太好了，你吃饭了吗？嗯、啊，还没有。我没吃饭。可这个点了没吃饭？嗯，跟我走吧。嗯、啊，喜来登大酒店，好地方。旁边那削面啊，哎，吃刀削面去。来4碗。哦，3碗大的，1碗小的。是。他来碗小的，我来2碗大的。还一碗呢？我媳妇还饿着呢。那、嗯、好，一家子饿伙计，给包一辫子蒜，包一辫子蒜，一辫子蒜，让他多吃啊！啊，折着嘴里那味儿啊、嗯！好嘛，嘴里味儿还不如蒜呢啊！吃，嗯，吃，讨厌！您不是说折着味儿吗？你留神，那外国瞎娘们告你去！哎呀，嗨，我跟人没关系，你没这经验，你知道吗？是，咱没拿人钱呢。这你得听过来人的话，知道吗？啊。嗯啊，吃饱喝足，谈这事儿吧。哦，一说这事儿，1000万美金，不少，干得过吗？当然了。我说行，我说你，嗯、你说这事儿我愿意做了。哦，那好，先给你钱。嗯、哦，先给钱。人家据说这钱没有一气儿给齐的。嗯，有给五的，5%，给10的，10%，给15%的，不少了。我这是50，50%可以了，干得过吗？当然可以。签字，接过钱来。嗯，对，没错，50，好、哎，就是他。嗯，50一张啊。真的，废话，真的也少啊。好，我说行，我说你去哪儿 啊？我回大使馆去吧、啊。我说你怎么走？啊、我坐47路。好、哎，嘿，您先等一会儿吧。啊，这美国人跟您谈完1000万的买卖、啊，坐公共汽车回去。就我就我管他那个去了是吧、啊？反正我不能送他。啊，我送他上车会让我买票怎么办是吧？嘿，这心眼全搁这儿。回家跟我媳妇说，啊，发财了，这就发财了，咱有钱了。嗯，1000万到手，回来咱们就干一个大公司。是是是，我媳妇也高兴。嗯，没见过媳妇吧？没有，呵，漂亮，是吗？大个儿，四方脸，重眉毛，大眼睛，嗯、黑灿灿的。哦，他要是有胡子，跟张飞似的。啊，那还看他呀那个。嗯，我干公司，我就是董事长。哦，我懂事啊。嗯，你不懂事啊。谁不懂事？我来一大桌子。啊，我弄个摇晃的椅子，我坐后边坐着。哎、摇椅。我雇10个戴红箍的站桌子头里边。干嘛呀？我挨个卷他们。过瘾呢这。原来你们骂我，这回轮到我了。嗯、啊，我报复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为什么？我媳妇就扫厕所的。哎、别这揭老底儿了就。哼，好，我说我给你准备啊。啊，买10块钱卷子。哦，买5块钱咸菜，知道吗？哦、再给你留5块钱零花。剩下那钱我带走啊！就吃这个呀！啊，你可省着点，省着点啊！哦，我回来咱们就发财了。是，我一看这日子可不远了。怎么？人家告诉我10号要到机场。哦，我一瞧已经1号了。啊，我得赶紧去。哎哎，嗯，不着急。不行啊，我走着去。哎，走着去机场。走着去啊！走，到了机场我乐。怎么了？等着我呢。接您来了。直升飞机。呵。你们做演员出门也就坐那个民航的啊？对，就直升飞机坐过吗？还真没有。你没坐过？没有没有。把我美的啊，师傅来了啊！先我能不上去啊？他在里边扔下凳子来，哦，踩着凳子，我爬进去。嗯，啊，人这驾驶员坐半天了，是大皮帽子，哦，戴着风镜，对，耳朵这还挂着耳朵那口罩，哎，不是口罩啊。
皮袄、皮裤、大皮靴子，对，戴着白线手套，嗯，叼着烟卷儿，还抽烟呢，呵，才来，反正不耐烦了，等你好些天了，好嘛，走啊，嗯，走吧，走，嗯，飞机也摇玻璃呀、啊，这都没听说过。你坐住了，坐住了。我说你甭管了，甭管了。嗯，我坐到后边有一凳子，坐好了。哦，两边有揽着那套，嗯，揽住了。哦，师傅啊，嗯，开吧。这好像，嗯，开吧，开吧，开吧。坐好了，坐住了。嗯，他把手套弄严实点，嗯，正正把，嗯，哪儿有把呀？这飞机，他那屁股底下有根白绳子头，啊、一蹬，嘚儿嘚儿，嘟嘟，飞起来了。这飞机还柴油的，这是。嘿、嗯，广阔天地都在我的脚下。瞧瞧，坐着飞机我痛快，呵，太高了啊！嗯嗯，高兴。哦，往前走吧。嗯、啊，飞了40分钟，缓缓下降。到了。加油！嗯。加油！开到加油站这儿、嗯，大家还喊了：“这边，这边，这边，往这边来！”啊啊，那个93的有吗？什么93的？93的。啊、嗯、啊，加20块钱的。这嘿，飞机加20块钱油啊？油箱小，那也太小了，跟饭盒那么大。哎呀，加完了开出来，嗯，哪儿拿那地图？报纸呢？报纸哪儿送？啊，拿着报纸回来，噗噗噗，不走了。怎么了？一回头，你下去，嗯，拿那铁棍下去摇去。啊啊！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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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拉机起来了。啊，扔铁棍爬上来，是开，往美国走啊。是啊。飞了1个多小时，嗯，他回头问我怎么说，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嗯、你去过吗？啊，我也没去过、啊、俩不认识道的呀，问问吧。哎，对了，别胡来了。嗯，你快捏闸吧。你什么？对对对、哎、嘿嘿，这是您先等会儿吧。啊、这馅儿炸像话吗？对呀、啊，前后炸嘛、啊。哎呀，我去吧。坐飞机打听。我下来一瞧，嚯、哦，开挖野地。哦，美国也有这荒凉地带。那可能是西部。老头跟那正锄地呢。是，我赶紧过去了。哦 ，Hello。用上了。Hello。这点英语。大爷。哎啊，大爷、嗯。老头一回头。嗯。干哈呀？嘿，好嘛。老贾。嗯。美国怎么走？嗯。那谁知道去？嗯，问村长去。哎呀，村长啊！您这是哪儿？啊，铁岭。好，1个多小时正到那儿。那美国到这还好几站呢啊！这哪儿有站啊？我一琢磨，我估计村长也未必知道。嗯，对了，转身回来了。嗯、啊，一上飞机气的我呀。怎么？这驾驶员跟这正摆弄东西呢。干嘛？指南针呢、啊？罗盘呢、啊？定位的东西。我说你很落后啊！太落后了。这个时候这个东西不管用啊。什么呀？咱们得高科技。哪儿？扔鞋吧、哎、啊，往那边开。嘿，纯粹瞎蒙。这是、嗯、飞了半年多。是啊，加了40000多回油。哎呦，我们终于到了美国了。到了，打天上往下一瞧、嗯、没错。怎么底下写着呢？写什么？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好，改厨子了。嗯，停下来吧、嗯、飞机落地。落地可是落地、嗯、停不下来了。为什么？闸线崩了。嘿呀，还是自行车，扎线儿崩，这怎么办呢、啊？围着机场一圈圈转。哦，我说这可不行，容易出事儿。是，把门开开。干嘛？咱俩人把腿搁在外边秃噜着。啊，腿秃噜着，一会儿就停。是，对对，好主意。还好主意，开开门，把腿搁在外边。嗯，我攥他呀。是啊，我能伸腿吗？您没有。一会儿飞机停下来了，他都磨得光剩大胯了。哎，太惨了吧这个。这主意太损了。祝贺啊，祝贺啊。还祝贺？你这算办了烈士了啊。哎呀，别慰问人家了，回单位报销去啊。哪儿给报啊？再见再见。嗯，转身出去了、嗯、一下来我一瞧，呵，怎么了？白宫来人了。是啊，来一帮人，穿着制服。哦，抱着书包。嗯，郭师傅您好。还郭师傅您好。来了。我、嗯、呵，才来啊，这忙。嗯，咱们走吧。哎，好，那个您等一下。嗯，咱们打车、啊、对，打车还得打车、啊、你们车也不富裕是吧？啊，是，一会儿工夫车来了、嗯、上车上车，直奔白宫去吧。拐弯抹角眼前到了。哦，我一瞧这白宫啊，莫怪叫白宫呢。怎么？真白呀、啊、好嘛，
刚刷的浆啊。这是白宫这么叫吗？门口站着一帮人啊，背着包的拿着东西的。哦，我心说这是记者媒体，以我的经验来说，跟媒体打交道你要留神。当然了，不该说的绝不能多说。没错，我一下来我捂着嘴啊，这帮人呼啦全上来了啊。师傅要盘吗？卖盘呢。好嘛，什么人都往这儿来呀、啊、气得我呀。 啊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啊？哪有文化局啊？您大姐您大岁数，您抱个孩子也出来跟着啊。哎，别等着抱孩子，你都走吧。啊，迈步往里就走。嗯，这大院里正当中洋灰池子，哦，里边是假山，四个水管在那儿呲水。嗯，这边车棚子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存车处，一老头带着红箍来回溜达。这别脆摊啊。嗯，别脆摊啊。这哪县政府吧这是？嗯啊，迎面白宫上面写着，嗯，计划生育人人有责。好嘛，美国也宣传这个。迈步往里就走。嗯，我说总统呢？啊，总统跟哪屋了？等您。大伙说就那屋了。是，等您急死了都快。赶紧去。一推门，嗯，我看见布什了。哦，他也瞧见我了。是，四目相对，他很激动。哦，两步过了，一把握着我手。嗯，你咋才来你？哎哈。你干啥去了你？啊、你龟孙儿！你妈接我抽你！我告诉你，别说你有事说事，我打你信吗？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吧。我扇你！不是，行行，咱得商量商量。布什怎么这味儿啊？还请了一家教，是河南人。哎，实在不怎么样。普通话不老利索的 啊。我说行啊，我说今儿看见你了，我痛快了啊。哦啊，怎么样？咱今儿吃什么呀？你看，你来了能吃吃的吗？哦、咱吃那海鲜嘞。哦，海鲜。呵，行，今儿我吃你一顿啊！正说着呢，布什身上 BB 机响，他也挂这么嘟嘟嘟嘟嘟嘟，打开一瞧，嗯，英显的，嗯，汗显的，他得认识啊！啊，对对对，饭已备好，速到食堂。嚯，走吧，啊，吃海鲜。哎呀呵，我说海鲜，嗯，别算我，少来这套。嗯，什么海鲜？嗯，马哥，啊，嗨，龙虾嘞，龙虾吃龙虾，呵，怎么了？我说老布，这行啊，啊，这我抄上了。嚯，我就爱吃龙虾。是啊，我今儿我不就饼，哼，哎呀，对，就光吃龙虾。我告诉你们，嗯、走，拐弯抹角到食堂。嗯，一进门那儿有这么一大水族箱。哦，大龙虾这么长啊？您抄上了。呜，在里边游啊。来吧来吧，大龙虾啊。是这样吗？人家啊，嗯、我哪懂啊？哎呀，美死我了！别比，美死我了！来，快，醋碟儿。啊，酱豆腐、咸菜，快、哎、筷子，好嘛，这都什么佐料？吃龙虾啊！哎，把筷子掰开了，打磨着，快点，我等不了了。一次性的呀，我等不了了，快点！行，别磨这个了。龙虾哪儿去了？一会儿改牙签了啊！嗯，一会儿功夫，四个服务员搭一大盘子，啊，这比你的桌子大，那么大盘子，哎呦，往这一放，就这大龙虾盘子、哦、是简单一数啊，啊，得有三万多个龙虾，是来吧，包吧，呼，这个辣呀，麻辣小龙虾呀，呼，呼。行了行了行了，别吃您麻酥的啊！行，什么麻酥的？这得就饼了，这辣了。就什么饼？您得吃大龙虾呀！那调费高，知道吗？哎呀，就这个里边那是人拌的，那是知道吗？哎呀，行行，甭比划了，甭比划。吃吧，嗯，正吃的呢，啊、听到上面儿咚儿咚，又怎么了？坏了、啊，恐怖分子来了，打起来了，我得去。是，我说我应该上去，可我现在不能走，嗯、我要上去，你动我这龙虾怎么办呢？啊，嗨。不是说你别管了，我你去你的，我给你看着。哎哎哎，什么起子相的？好好，够意思、哎。我去，还捧呢。电不宁腰往上面走。嗯，我一瞧人来的可不少，是端着枪的，扛着炮的。我什么都没带呀。啊，刀枪无眼，这怎么办呢？对呀、啊。一低头，地上有一个钢盔，哦、捡起来往脑袋上一扣、嗯，护住脑袋不受伤。是。子弹打过来，哒哒，呵，我活了命了，没事了。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啊。半夜不睡觉，顶个痰桶，你美什么呀你啊？做梦。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刚才我们说完一段之后，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我跟那屋坐了一会儿。嗯，于老师找地儿游泳去了。哎，哎，就这么会儿，不至于。你也不是为了游泳啊，你是为了小便。你干嘛含含糊糊的？嗯，怕你丢人。不，您这说出来我就够丢人的了。看见大伙儿，我真痛快。嗯，地儿也大。是好多朋友坐的位置不是很好，对，包括后边的朋友们，嗯啊，你说这边多艰苦，是啊，啊，看不见那儿头来还有大屏幕，
对，你说多高科技现在？哎，看不见这儿，看那儿。当初哪有这个去啊？现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整个社会都进步了。是，过去的大屏幕不可能有，这是高科技，以前没有呢。包括手机，过去也没有，这几年才兴起来的。那些年哪有手机啊？啊，现如今行了，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人手一部，互相沟通很方便。对呀，手机也是不停的换代。哎，最早不就是有个铃声吗？你看现在这彩铃多多呀，功能多了啊。我那手机就是如此。你也喜欢听彩铃？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声音，是吗？当当啷当里个啷地咚，当里个啷啷里咚，京韵大鼓，曲艺界的同行哦。接电话，对，大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京剧界的朋友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媳妇来电话了。嚯、哦！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啊，又响了。啊，爸爸，接电话吧。啊、哦，于谦儿，去。我的这事儿啊，怎么？高科技是吧？什么高科技？显然。交情在这儿了，对，都爷儿俩了还不好吗？就说这个意思啊。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是，相声也是如此，相声也一样。二几年的相声跟今天的相声就不一样，肯定是有区别。包括传统相声，嗯，其实每天都是在与时俱进的，都在变化。有人说传统相声陈旧腐朽，嗯，不对，是。拿旧社会来说，嗯，演员站在三不管这说相声，嗯，观众来了一听，喝好啊，嗯，掏出钱给了他了，给钱了。转天这位又逛三不管，啊，演员说的跟昨天一样，您就不会花钱了。谁听两样啊？所以说演员要激励自己，把节目弄得每天都不一样。对，到后来说传统相声不好听了，不是节目的原因，嗯，相声没有问题，是因为演员停止不前了，对了，才导致相声的没落不变化，这是实话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很多演员，很多名家吧，很多大腕儿，没等学会就红了，哎，啊，嗨，所以说你让他扭回头再学也不现实，他还不认头呢，是不是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两个小演员，对，不像媒体上把我们炒的这样，不是那样，如何如何，或艺术家了，多红了，什么大师了，胡说。嗨，每天我们都互相提醒郭德纲、于谦注意，你们两个不比别人强多少，当然，就是两个普通的演员。嗯，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说句良心话，一百年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这行业就火了。你拿京剧来说啊，解放初期整个京剧界才两位大师，哪两位？梅兰芳、周信芳。哦，那是国家封的。嗯，马连良先生这么大能耐才叫著名演员。是，现如今艺术家是雨后春笋，全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嗨。我要说给我印个总统他也给印啊，总统兼神父都能印，嚯，好嘛。嗯，您还要精神物质一把抓是吧？少说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嗯，我们就是两个小演员，哦，爱相声啊，愿意为相声做点有良心的事情，是，但是还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对，这十几年来，嗯，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嗯，也没得到我们同行的支持和鼓励，嗯，都是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们支撑着我们走到今天。就是观众，一位观众强似一百位理论家呀，嗯，这是对我们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把相声弄好。嗯，怎么办呢？多做功课，多学习，多学习，无一日可以休息的。那他老得学，没事看看书啊，啊，看看别的节目啊，嗯，跟别的艺术形式互相借鉴沟通，吸取营养嘛。于老师这点做得很好，我也差着，说涉猎广泛，爱好。你说音乐会啊，什么交响乐、芭蕾舞都看，愿意看这个。前不久咱们这个北辰芭蕾舞团呢，北辰芭蕾舞团排了一个小天鹅，哦，在秦简桥那儿搭了一台。
露天的啊，跳这舞蹈。哦，于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那儿去看。哦，买了前排 VIP 贵宾席，还 VIP 呢，5块一张。哎呀，咱看人花钱都眼晕呐。嗯，5块呀 啊嗯，买了2张，是躺那儿看。对，嗯，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咱也不懂的啊，嗯，为什么看芭蕾舞要躺着看呢？大家给解释一下啊，嗯，3个小时演出过去了，于老师眼睛通红通红的，找一大夫一看，您看我这怎么回事？大夫问明白了，不要紧的，你一个简单，嗯，下次再看这种演出，这3小时里边你抽空眨下眼啊。我这一场就没眨眼呐，好这个，啊，涉猎广泛呢。我这涉猎的还广泛呢，知道吗？啊，多学学，多看看是有好处的。是，就拿我们相声来说，嗯，传统节目1000多段，是经过演员这么多年的努力，嗯，还剩下100多段，嗯，啊，这太努力了，这是吧？再努力就没有了。是。需要大伙儿啊好好的学习，嗯，千万别扔了，嗯，说相声跟过日子是一样的，怎么还过日子？今天买一冰箱，后天置一彩电，嗯，你不能今天卖个门，明天拆个窗户，嗯，那是败家子儿啊。那可不是吗？我们很多曲艺形式现如今都听不到了，嗯，其实很可惜，我都失传了吗？天津还是不错的，你说京韵啊、西河呀、啊、梅花啊、单弦啊、烙亭啊，还都有。对，还都保留。到了别的城市，很多曲种都没有了，听不见唱。就拿北京来说，啊，过去有一种北京的竹板书，现在没有人唱了。竹板书失传了。哦，打着7块竹板唱故事。哦，唱大书。三列国呀，东西汉呐。嗯，这说着书说差不多了。嗯，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呱唧再唱。唱完了再说。哦，好听之极。什么味道呢？给大伙儿学学竹板书。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那就没挑了，全愿意听了。那就这些日子休息不好，嗓子不在家。哦，我尽全力的唱。好，如果哪儿有个崩瓜掉字的，嗯，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嗨，你唱错了，人批评什么呀？满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7过端，还有这么2-3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好，呵呵，这是竹板书。竹板书，对，没人唱了。嗯，包括北京过去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哎，小凤调，嗯，也叫北京的铁片大鼓。哎，那可好听。挺好听。对对对，春雨折春金谷田，夏满芒夏二树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都把分那远，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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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哎呀，真是好听啊。这段叫劝妓女，有这么一段，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了？劝于谦。对，没有啊，没改过，不承认了，你知道吗？这还能承认吗？多好听啊。嗯，当年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哎，莲花烙，十不弦莲花烙。对，最早十不弦是十不弦，莲花烙是莲花烙。
分着的。自打慈禧太后过生日，两者合二为一，哦、搭着班一块演出。是啊，实不闲来说，相声演员用得着。对，我们过去开场演出，相声大会之前，先唱实不闲的发四喜儿，都唱这个。福禄寿喜这么四番儿，嗯，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福字儿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汉福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了个起，斗起斗强。哎，对对对，发四喜儿，哎，就是这个味儿。莲花烙现在也没有了。莲花烙啊，北京河北地区过去唱这个多，嗯，好听。再唱唱。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亚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舍死忘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烙，好，好啊。嗯，有点意思。虽然说莲花烙没有了，但是评剧和二人转都借鉴了莲花烙的唱腔。哦，有前身的意思了。这评剧在天津来说呢，是家喻户晓啊，都爱听啊。天津、北京、嗯、华北地区，包括东北，人们都爱。对，天津是评戏的窝子。嗯，多少好角都出在这儿。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认为。嗯，我认为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怎么叫演员年轻化？哎，因为评剧更多的是演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风花雪月啊。你说这个才子佳人岁数太大的演员扮出来不像，也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咱们天津看戏，嗯，全本的秦香莲，好戏呀、啊！扮演秦香莲这个演员得够70多岁了，那么大岁数，老艺术家，唱的真好啊，唱功好、啊，就是太胖了哦，顶我4个，嚯、哦！那么胖啊，这秦香莲这大脑袋，嗯，半生戏化完妆一瞧，好，跟奥特曼似的。呵，有这么比的吗？这坐在我旁边有这么一个天津的小伙子，说句话把我乐死了。怎么说的？哎呀，好秦香莲了 啊，这秦香莲都够口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尼玛也不要他。哎呀，嗨。有这么说话的，话糙理不糙，这倒是年轻，他扮出来好看呢、啊。哎，啊，嗯，生旦净丑，嗯，四门很齐全。对了，最早不行，嗯，最早的时候这个评剧叫三小戏，怎么叫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哦，全是小，哎，小戏儿。后来丰富了行当，特别的讲究，好听了。我认为评剧的小花脸是值得一提。小花脸在别的剧种里边，这个丑角啊啊，作为陪衬的人物，嗯嗯，评剧里边他算主角，好听啊。哎呦，好，嗯，我曾经认过一个评剧的老师，哦，还拜过师，70多岁的老前辈，是教过我评剧的小花脸，受了真烦了，老先生真好，嗯，特别喜欢我，是啊，我每天上家去学戏，哦，后来老头跟我说了，嗯，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哦，我是真喜欢你啊，是是，从明天开始啊，嗯，你就别来了啊，你再来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啊啊。这是喜欢你吗？他特别喜欢我。这不像啊，这个他就是因为上年纪人比较封建。是啊，封建其实来说咱们说不叫事儿，我就是觉得老头对我好，什么事儿、啊、无以为报，我想跟他认门亲戚、啊、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亲戚？我想当他姑爷。哎啊，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也不错啊。他那个女婿反对啊，人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他挑唆的离了吗？什么人性啊您这是。后来就没再去、嗯、但是跟老爷子学过很多戏。哦，评剧小花脸既注重唱又注重念。哦，唱念。哎，唱念都要求很严谨。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叫杜十娘。嗯，最后一折的时候叫活捉孙父。对，小花脸扮演孙父有一段唱腔。嗯，充分的体验出这个小花脸唱腔的好处。这么着吧，嗯，您给唱一这段怎么样？特别的好听啊。活捉孙父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来一段。
有孙父你代代都少灯光，心思思一年年都是媒娘，貌似花神若柳，飞燕落掌羞花貌沉羽绒，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全掌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相爱，掏肉长江啊，哎嗨哎嗨呀，好，哎，真是好听啊！嗯，唱得好，嘴里还得干净呢，得清楚啊！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听不见不行。包括评剧的小生，我认为也非常讲究。小生啊，挺拔刚劲呢，又一个风格啊！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演员，哦，唱的小生，我觉得就不太到位。怎么？他松懈，哦，比较松懈。哎，啊，你唱那戏，听桥楼打夜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了。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怎么了？我怕他说我学他。嗨，太难听了。所以说评剧啊，得把它研究到了家。是，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唱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嗯，不太适合唱这些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哦，大事儿不善于表达，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国家大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哦，这好，呵，电影演的火。对对对，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嗯，用评剧一直上演了《列宁在1918》，评戏的，闹了很多的笑话。那怎么唱啊？他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哦，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什么味儿啊？化妆可都一样。哦，列宁沾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嗯，这儿来得出来。哦，也这样，一张嘴是老评戏。怎么唱的？十月革命刚成功，啊，国库紧张粮食空，啊，我列宁好，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呀呵，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啊，论顿大大大大唱了浪贼雷唱大不得唱，要唱列宁，嗯，家作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列夫，哎呀呵，上前听分明。哦，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嗯，天到了这半时分，啊，不见回城。嗯，哎呀，还摆姿势呢，这是。后边上瓦西里，哦，唱河北梆子肩板，怎么唱？八大，嗯，唱黑唱的浪唱龙宫一个龙的唱。啊，杀出了东宫啊，什么兵儿吧，嘟噜呢，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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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嘟噜当出来了，光的光的光的光，嗯，枪出粮食好几包，哦，梦想列宁，嗯，谁报告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的是的，这个，啊，这太难听了，这个。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就是就是。很多的对儿戏，我认为好。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嘿，这个戏是家喻户晓啊，名段，好听。嗯。小生跟旦角，嗯，两个人较劲的戏。是啊，其中有一场叫背地血状，我认为是精华。怎么叫背地血状？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打算死，不告状了。哟，姐姐杨淑英来了。啊，你不告不行啊！啊，写下状纸来，姐姐给你进北京城传狱状去。他去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啊，姐姐趴在这儿，让兄弟在后背上写这状纸。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太伤心了，特别的好听。嗯 嗯, 嗯，杨乃武这会儿有一大段肩板转快板，呵，好听。再唱唱这一段怎么样啊？肩板转快板，啊，我是愿意唱，但这点光唱不足以表达情绪，还要怎么办？必须要做戏。
哦，还要演戏，这是两个人呢，进人物、啊，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他姐姐杨淑英。哦哦哦，我能唱杨乃武，是谁来这杨淑英啊？您别看我，啊、我倒是豁得出去，但是我不会呀、啊。这不要紧的啊，主要是听我是，哎，你配合一下，哦、知道吗？哦 哦, 哦，你就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啊，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这一说完了，我就赶紧拿起笔来，连说带唱，哎呀，就齐了，就听您的了，特别简单，我就这么一句，没问题，来来啊，来你啊，来来遍听听啊，哦，还验一遍，多新鲜呢哈、啊，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是这词儿吧？没错，词儿对了啊，哎、来说说一遍，能说，你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哎，你有点情绪，声音再高一点，哦，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是人物，你稍微的，你再、啊、再高一点点。啊、长个调门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好多了啊，哎，这叫真聪明啊！你再高一丁点不点点儿、哎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个姐姐是宫里出来的，太监是怎么着？急聊急聊的这个啊，你这怎么就让高点？还得在情绪上，和你再，你就稍微高一点就行，稍高再高点吗？再高点，嗯。说点我就算了吧，就这就更不是人声了。这个行也差不多了啊，我也歇过来了啊、嗯。哎嗨、嗯，您要歇着，后台也能歇着。就这一句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我这抄起笔来，腾腾腾腾腾，连写再唱，这点地儿说实在的，主要听您的，就听这个好吧？来。那咱们来着说，这就开始了、啊。哎，来，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呀，真趴呀，多新鲜呐！做戏嘛，说完这话，啪你就扔那儿了。我可爱看这个了。你爱看像话，我再摔个好歹的。你趴桌子上就行啊，桌子上啊，就趴这儿就行了。来啊，这多新鲜，快！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被子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那杆笔了。你早说好不好呢你？忘这茬了，你知道吗？不是，就这遍戏好趴这儿了，你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就开始了，开始了，大伙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唱。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哎、杨乃武打小老师就是、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别介绍剧情了，行吗？大伙儿都得知道这故事啊，全知道，这儿还趴着一位呢，您没明白吗？把你茬忘了啊？啊，对呀、啊，都知道杨乃武了，太清楚了，不用介绍了。哎，对、啊，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唱。小白菜这人呐，你说小白漂亮，行了，他要叫小撇咧，这完了，知道吗？二冬瓜这都看不得，有叫二冬瓜的吗？水灵的都，行了行了，人物也不用介绍，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大家全了解，没有废话了，不说别的了，这就开始，再来啊！于老板您辛苦了，哎，您甭管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苍天苍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这人可也不错，说我干嘛你？说我干嘛你？这都你唱不唱啊？我怕你挑眼，你知道吗？我是不挑眼，我的腰都快折了。小心眼儿，你知道吗？你唱不唱不唱、啊？这就开始了。那咱甭没废话，兄弟，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苍天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天好写边庄，悲痛难忍。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专保丝绸海良民边保险，故司请官我江湖巡抚唐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喊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贪官封卷残冤，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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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吧，唱才。您这是羊奶五血状啊！哎，郭德纲杀猪，去你的吧！